报告委员会出席为六人，已除法定人数。好，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内政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11月21日星期五上午9:16至12:16，下午20至下午50:56，11月23日星期三上午9:18至12:12，下午20:30至4:35，11月24日星期四上午9:16至12:15，下午20:32至3:36。地点：本月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徐正卫委员等15人，内席委员郑念在委员等42人，内席官员11月21日客家委员会主任为李永德率同所属，11月23日、11月24日内政部部长、内政部次长花敬群、内政部部长叶敬荣率同所属，主席陈昭基委员超明。11月21日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处理有关客家委员会预算冻结项目，处理客家委员会及所属主管收支部分，处理客家委员会近三年补捐奖助其他政府机关团体或个人经费报告表示案，审查客家委员会近三年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会征表示案。本次会议由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永德报告后，采综合询答方式，既有委员赵天麟等15人提出质询，分别由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永德及所属一一答复，另有委员林立产等3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客家委员另以书面答复。决议报告及询答完毕，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客家委员尽速以书面答复。三、处理105年度专业审有关客家委员会预算冻结项目报告二案，决议以上二案准理动之。四、处理客家委员会及所属主管收支部分审查结果，税入部分照例，税出部分客家委员会及所属研列28亿1064万1000元，简列第二目综合规划发展及第四目客家文化产业发展项下加速行动宽频服务及产业发展方案，智慧客家乐活司机应用服务计划4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其余经照例改列为28亿664万1000元。本项提案三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18项。五、审查客家委员会近三年补捐奖助其他政府机关团体或个人经费报表事案，决议以上个案准予备查。审查客家委员会近三年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会征表事案，决议以上个案准予备查，通过临时提案一案。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客家委员会及所属主管收支部分审查完竣，讨论事项第一案、第三案、第四案均准予备查，拟记审查报告提报院会。11月23日报告事项，邀请内政部部长叶敬荣、财政部政务次长、科技部次长、经济部次长、教育部次长，针对全台地价税飙涨情形与新政府后续因应之道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讨论事项：审查本院委员黄昭顺等16人、李俊毅等26人、亲民党党团江永昌等18人、许淑华等16人拟记都市更新条例修正草案案。本次会议采综合询答，经委员黄昭顺、江永昌提案说明要旨，内政部次长花敬群、财政部政务次长苏建荣报告，委员姚文智等20人提出质询，经内政部部长花敬群及所属、财政部政务次长苏建荣及所属、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副处长陈德伟及其答复说明，另有陈义杰委员等7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决议以说明及询答完毕，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临时提案第一案决议修正通过，第二案除末段修改外，已经照案通过。讨论事项另定期举行会议继续审查。11月24日
上午继续审查106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关于中央警察大学消防署及所属收支部分，继续审查附属单位预算关于内政部主管成员奖励基金部分，继续审查财产法人义勇消防人员安检技术基金会预算。106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关于中央警察大学收支部分审查结果，税入部分照例，税收部分，中央警察大学12亿7672万6000元，减列第一目一般行政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中严谨服装费36万6000元，教职员服装费，其余均照例，改列为12亿7636万元。本项提案二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事项。附属单位预算关于成员奖励金基金部分审查结果照例。处理消防署及所属收支部分审查结果，税入部分照例，税收部分，消防署及所属158239万6000元照例。本项提案一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20项。四，106年度财团法人预算案关于内政部函送财团法人义勇消防人员安检技术基金会审查结果，照例。有关于中央警察大学消防署及所属收支部分审查完竣，附属单位预算成员奖励金收支部分审查完竣，函复财政委员会。财团法人义勇消防人员安检技术基金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并推请陈昭基委员查明，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下午继续审查内政部警政署及所属收支部分附属单位预算关于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员及协警民力安检基金部分，继续审查内政部主管在校学生奖学基金、刘纯树先生警察子女奖学基金、万善北先生奖学基金、刘竹生先生警察子女奖学基金收支部分，继续审查财团法人台湾省义勇人员安检技术基金会预算书案。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内政部警政署及所属收支部分审查结果，税入部分照例。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四案，另定期举行会议继续处理提案。三位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遗漏或错误之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确定继续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讨论事项：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内政部主管收支部分。继续审查内政部营建署及所属建筑研究所主管收支部分，继续审查附属单位预算内政部主管营建建设基金、国土永续发展基金收支部分，继续审查内政部主管黄瑞锦先生奖学基金、胡元洲女士奖助学基金、警察及消防人员安检技术基金、内政部空勤三勇士子女生活照护基金收支部分，继续审查财团法人关于内政部函送财团法人228事件纪念基金会、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财团法人台湾营建研究院、财团法人国土规划及不动产执行中心、财团法人中央营建技术顾问研究社预算书等案。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列席的官员，有我们内政部岳俊荣岳部长，我们民政司林清奇林司长，户政司张婉仪张司长，地政司王静秀王司长，以及合作及人民团体司筹备处主任秘书兼主任沈淑菲，总务司刘静心司长，秘书室王明正主任，资讯中心施明德主任，人事处甘文处长，统计处彭贤明处长，政风处王文信处长，土地重划工程处李顺明处长，国土测绘中心苏慧章副主任，会计处宋安烂处长，营建署许文龙署长，
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刘培东处长，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曾伟宏处长，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陈茂春处长，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杨摩林处长，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钟明山代理处长，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谢伟松处长，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尤登良处长，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张维全处长，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筹备处徐雅如主任，城乡发展分署陈继明分署长，建筑研究所陈瑞麟所长，黄瑞锦先生奖学基金主持人，也是内政部主任秘书沈淑菲，胡元洲女士奖助学基金主持人，同样也是啊，包括警察及消防人员安全技术基金都是哦，这个警察及消防人员安全技术基金今天也是由沈主秘代理哈。那内政部空勤三勇士子女生活照顾基金啊一同，财团法人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杨振龙执行长，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杨清富董事长，财团法人台湾营建研究院杨义东院长，财团法人国土规划及不动产资讯中心陈明基董事长，财团法人中央营建技术顾问研究社黄宏顺董事长，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简信会检任视察，基金预算处戴群芳科长。好，以上。好，跟各位报告后，我们今天先行处理内政部主管收支部分及附属单位预算有关营建署的部分，我们星期三再来处理。那我们今天中午进行到12点休息，下午2点继续，然后希望有5点半能够结束哈。我们来努力看看。我们现在请宣读预算数及委员提案。106年度内政部税入预算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内政部1,256,000元。第一目罚金、罚员及代金五类数。第二款赔偿收入1,256,000元。第三款规费收入，内政部4,240,000元。第一目行政规费收入1,627,700元。第二目使用规费收入2,572,700元。第四款财产收入，内政部433万元。第一目财产孳息123万元。第二目财产售价300万元，废旧物资售价10万元。第七款其他收入，内政部1,158,400元。第一目杂项收入1,158,400元。106年度内政部税出预算，内政部预算数236,7,343,000元。第一目一般行政8,2,827,700元。第二目民政业务1,6539,900元。第三目附赠业务1,6961,700元。第四目地政业务3,9971,600元。第一节测量及方议3,1629,400元。第二节地籍及不动产服务业管理7,407,100元。第三节平均地权及土地利用9,351,000元。第五目土地测量9,3645,800元。第六目土地开发1,2318,600元。第七目内政资讯业务1,5031,600元。第八目一般建筑及设备五类数。第九目第一备金2,860,300元。第十目社会保险业务2,085,136,300元。十一目社会行政业务2,049,800元。信托基金部分，黄瑞锦先生奖学基金应用计划部分请参考。总收入12,000元，总支出12,000元，本期剩余0元。信托基金福元洲女士奖助学基金应用计划部分，
依据收支遗书所补等事项审查结果随同调整，总收入12000元，总支出12000元，本期剩余0元。信托基金警察及消防人员安全居住基金，总收入851000元，总支出101万4000元，本期短处163000元。信托基金空勤三有事子女生活照顾基金，总收入118000元，总支出434000元，本期短处316000元。啊，那个财团法人2284件纪念基金会预算，收入及支出部分，收入总额底代增4364万2000元，支出总额6005万5000元，那为积极，本期短处1841万3000元，又误开汽车的一个燃料费处分的数的一个案子，浪费了公帑700多万哦，啊，这不但也影响到政府整个执法的形象。同时，监察院提出纠正了。我对这项预算的看法就是说，我们公路总局应该对类似这样的业务的管理呢，应该妥善的处理。在还没妥善处理之前呢，应该就委员提案税入部分，其他同仁都有意见哈。那我建议删除1000万，那一定要删除的哈，不能不删除。那额度的话，部分的看请大家来讨论。他那个同步，他来调整了。委员提案税入部分，内政部106度税入预算编列行政归位收入，审查会337万6000元，增列税入500万元。公务预算委员提案通案，派员出国计划1279000元，冻结12万元。第一目第一案，一般行政水电油资电话通讯费编内1271万6000元，减列10%。第一目第二案，一般行政编内租赁影音机及非全时公务车辆经费172万7000元，冻结1/2。第三案，办理本部环境布置清洁办公大楼管理维护保洁费用2207万9000元，减列180万元。第四案，减列文康活动费1/5。第五案，减列文康活动费50万元。第六案，删减特别费20%。第七案，前述减列退休退职人员三节慰问金。第八案，前述减列退休职人员三节慰问金。第九案，退休退职人员职务三节慰问金编列437万4000元，减列319万8000元。第十案，一般行政统计业务专案计划编列565万3000元，删减65万3000元。十一案，统计业务办理内政统计各项调查资料费，编列355万9000元，减列50万元。十二案，办理内政统计各项调查计划所需业务费355万9000元，减列25万元。第十三案，统计业务专案计划办理各级人民团体生活动概况调查经费158万4000元，全数删除。十四案，综合规划业务专案计划编列495万7000元，删减95万7000元。十五案，综合规划业务专案编列495万7000元，冻结200万元。十六案，办理本部部务汇报等重大会议及本部公文查核讲习施政计划实地查核及管制作业重要专案查考作业经费35万元。减列152000元。第二目民政业务，第一案，民政业务编列1億6539万9000元，删减20%。第二案，民政业务减列30万元，冻结100万元。第三案，民政业务冻结1000万元。第四案，
民政业务冻结100万元。第五案，民政业务向下地方自治督导编内167万元，冻结30万元。第六案，民政业务向下公民参政暨政党政治编内208万元，冻结100万元。第七案，公民参政暨政党政治经费冻结50万元。第八案，公民参政暨政党政治冻结50万元。第九案，民政业务编内国外理会223000元，全数删除。第十案，民政业务编内国外理会223000元，全数减内。十一案，民政业务向下李志吉228国家纪念馆事务编内奖励孝行奖得主奖励金200万元，删减62万元。十二案，减内李志吉228国家纪念馆事务奖励及慰问金1/10。十三案，李志吉228国家纪念馆事务奖励孝行奖得主奖励金冻结100万元。十四案，李志吉228国家纪念馆事务业务费编内1895万3000元，业务费冻结50万元。第十五案，民政业务国外理会编内22万3000元，冻结，全数冻结。十六案，民政业务向下宗教事务推展与发展办理推展台湾宗教文化活动编内370万元，减内150万元，冻结100万元。十七案，地方行政工作编内8941万8000元，删减100万元，冻结200万元。十八案，地方行政工作健全地方发展均衡基础建设计划经费7630万，全数减内。十九案，地方行政工作编内健全地方发展均衡基础建设7630万元，冻结1000万元。二十案，健全地方发展均衡基础建设编内7630万元，减内300万元，冻结300万元。二十一案，健全地方发展均衡基础计划建设，减内200万元。二十二案，健全地方发展均衡基础建设编内7630万，冻结10%。二十三案，健全地方发展均衡基础建设，冻结500万元。二十四案，健全地方发展均衡基础建设编内7630万元，冻结3000万元。二十五案，民政业务殡葬管理编内预算272万5000元，减内50万元，冻结100万元。二十六案，殡葬管理编内272万5000元，冻结100万元。二十七案，民政业务向下协助民间各界举办国家重大庆典编内2022万6000元，减内1000万元。二十八案，协助民间各界办理国家重大庆典编内2022万6000元，减内200万元。二十九案，协助民间各界办理国家重大庆典，减内20万元。第三目，附赠业务。第一案，附赠业务编内1亿6961万7000元，冻结10%。第二案，附赠业务向下编内推行人口政策经费129万8000元，全数删除。第三案，推行人口政策编内129万8000元，全数减内。第四案，附赠业务向下推行人口政策，其中业务费编内117万8000元，减内50万元。第五案，附议证资讯作业及管理编内1亿6452万7000元。减内100万元，冻结300万元。第四目，地震业务。地震业务第一案编内3亿9971万6000元，减内5000万元，冻结1/2。第二案，地震业务测量及防御
编列3,1694,000元，冻结10%。第三案，测量及方艺冻结10%。第四案，测量方艺向下我国海域调查与图资整合发展，编列预算12,500,000元，减列500,000元。第五案，测量及方艺委办会1,8758,000元，删减100,000元，冻结300,000元。测量方艺向下编列我国海域调查与图资整合发展，冻结2,500,000元。第七案，我国海域调查与图资整合计划编列12,500,000元，冻结5,000,000元。第八案，测量及方艺我国海域调查与图资整合发展计划冻结200,000元。第九案，地震业务向下空间测绘应用研究发展计划编列2,568,800元，冻结1/5。第十案，地籍及不动产服务管理编列预算7,407,100元，冻结10%。第十一案，地籍及不动产服务业管理编列7,407,100元，冻结50,000元。11-1案，地籍及不动产服务业管理编列预算7,407,100元，冻结1,000,000元。第十二案，不动产交易管理辅导中业务费编列1,255,300元，冻结50,000元。13案，地籍及不动产服务管理地籍清理第二期实施计划编列2,702,000元，冻结1,000,000元。第十四案，地籍及不动产服务业管理地籍清理第二期实施计划2,702,000，冻结100,000元。15案，地籍及不动产服务业管理其中开放地震跨域服务整合计划1,500,000元，冻结500,000元。第16案，开放地震跨域服务整合计划，冻结100,000元。17案，开放地震跨域服务整合删减100,000元，冻结150,000元。18案，平均地权及土地利用编列预算9,351,000元，冻结20%。19案，平均地权及土地利用编列9,301,000元，冻结100,000元。20案，地震业务平均地权及土地利用部分编列320,000元，冻结150,000元。21案，土地利用维护土地征收作业编列900,000元，减列400,000元。22案，维护土地征收作业系统业务费900,000元，减列300,000元。23案，编列维护土地征收作业系统所需业务费900,000元，冻结400,000元。24案，开放地震跨域服务整合计划编列1,500,000元，冻结1,000,000元。第五目，土地测量。第一案，土地测量编列9,3645,800元，减列5,000,000元，并冻结1/2。第二案，土地测量仍然维持4,86837,100元，冻结300,000元。第六目，土地开发。第一案，土地开发编列预算1,23186,000元，冻结1,000,000元。第二案，土地开发基本行政工作维持编列租用车辆连续租金126,000元，前述删除。第三案，土地开发向下规划设计监工业务编列606,300元，冻结800,000元。第四案，办理乡村区土地问题分析及解决方案探讨是委托研究200,000元，删减100,000元。第七目，内政资讯业务，编列预算1,5316,000元，删减5%。第二案，内政图资整合应用编列经费3,500,000元，
删减100万元，冻结400万元。第三案，内政图书整合应用计划编列3500万元，冻结1000万元。第四案，内政图书整合应用计划编列3500万元，冻结200万元。第五案，内政执行业务强化治安人凭证应用服务编列预算5300万元，减列100万元，冻结1000万元。第六案，强化治安人凭证应用计划分支计划编列5300万元，删减100万元，冻结300万元。第七案，强化治安人凭证应用服务计划编列5300万元，减列100万元，冻结300万元。第八案，强化治安人凭证应用服务计划5300万元，删减100万元，冻结200万元。第九案，强化治安人凭证应用服务计划，冻结30%。第十案，强化治安人凭证应用服务计划，冻结1000万元。第十一案，强化治安人凭证应用服务计划，冻结500万元。十二案，强化治安人凭证创新应用服务计划，冻结500万元。十三案，强化治安人凭证应用服务计划，冻结300万元。十四案，强化治安人凭证应用服务计划编列5300万元，冻结1/5。第十五案，执行治安人凭证管理系统维护业务费编列4367万，冻结2000万元。第十目，社会保险业务，农民保险业务向下编列社会保险负担金为208亿4676万9000元，删减1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二案，农民保险业务向下编列208亿4852万2000元，冻结21亿元。第三案，农民保险业务社会保险负担经费208亿4676万9000元，冻结1亿元。第四案，农民保险业务冻结200万元。第五案，社会保险业务农民保险监理业务编列284万1000元，冻结100万元。第六案，农民保险监理业务编列兼职费79万5000元，减列10万元。十一目，社会行政业务编列预算2049万8000元，冻结100万元。第二案，社会行政业务，其中健全人民团体组织及推行改善社会风气，编列843万5000元，冻结50万元。第三案，编列辅导人民团体办理各项重要纪念节庆及重要业务活动经费329万6000元，删减50万元。第四案，辅导人民团体办理各项重要纪念节庆及重要业务活动，编列329万6000元，冻结100万元。第五案，辅导人民团体办理各项重要纪念节庆及重要业务活动费329万6000元，冻结100万元。第六案，建立合作市场组织，冻结1/5。主决议第一案，要求内政部应针对实务上毒品防治体系中缺失部分提出修正意见，以避检视整体查缉力道。主决议第二案，要求内政部确实检讨性别预算编列不足之情形，并于2个月内提交报告于本院内政委员会。主决议第三案，内政部除应积极追查公告、妇联会财务报告并依法处分外，对于其他政党与政治团体之财务公告事项，亦应依据政党及政治团体财务申报要点，于3个月内完成办理。主决议第四案，本计划成果为我国家海洋主权划界及海洋事务规划之重要参据，内政部应积极严加控管、规划与执行进度，必力如期日职完成。
故内政部需每季向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提出执行进度之书面报告，必例追踪监督。主决议第五案，内政部身为土地征收条例之中央主管机关，原要求内政部于六个月内就137公顷征收土地后续列管状况提出检讨报告。主决议第六案，为有效控管各土地征收案件之工程进度，保障民众财产权，内政部已建置之土地征收管理系统，鉴于目前开放供民众查询之案件资讯仍属有限，内政部应于二个月内紧速完备系统资讯并公开，以发挥管控功能，并力全民监督。主决议第七案，内政部应紧速研议让不动产交易资讯透明化及房地产市场健全发展。主决议第八案，建请内政部应针对未具地政士资格者代理申办土地登记案件，应紧速研议改进方案。主决议第九案，要求内政部除应积极督导地方政府办理活化，提高使用效益，以降低国家资源浪费外，未来亦应强化对于地方政府申请计划型补助之相关审查机制，以避免再度发生公共设施闲置、虚耗国家资源之情势。主决议第十案，内政部应积极扮演横向联系角色，参与相关部会之协调会议，并督导相关单位辅导店家落实安装逃生疏散之设备，以维护消费者生命财产之安全。主决议第十一案，要求内政部需会同相关单位就农保资格之认定及减轻农保财政负担进行通盘检讨，并于二个月内提交报告于本院内政委员会。第二目四之一增加一案，民政业务编列1,635,399,000元，冻结10,000,000元。民政业务第二目，李志吉228国家公园纪念馆事务经费编列1,895,300元，冻结500,000元。内政部第二目，地方行政工作编列8,941,800元，冻结100,000元。殡葬管理业务编列272,500,000元，冻结200,000元。附赠业务编列1,696,700,000元，冻结1,696,600,000元。附赠业务资讯作业及管理编列1,642,700,000元，冻结400,000元。附赠业务附赠人员培训编列1,033,000元，冻结200,000元。第四目测量方疫，方疫行政编列904,000元，冻结200,000元。第七目，内政自信业务强化自然人凭证应用服务计划编列5,300,000元，减列530,000元。主决议，现行身份证之印制未考量使用传统名字，原住民之父母及配偶栏位，请内政部研议各族群之名字需求，建请内政部于六个月内研议并改正身份证之格式。宣读完毕。增加主决议一项，内政部应会同财政部紧急研修土地税减免规则等相关法令，并放宽自用住宅优惠税率之申请至年底12月31日为止，并加强宣导，以免民众权益受损。好，那我们现在请大家一下，我们开始进行协商。
们现在在要开始处理嘛，哈。那我们现在税务有一案哈，李俊毅委员的提案，我们是不是请那个内政部说明一下？我们先请李俊毅委员先说。我提出这个案的意义哈，就是说，如果你检视104年、105年，我们的税入预算数跟税入的决算数差距都非常大，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是你们预估的跟实际收的差距很大，那也要说明理由啊。好，每年都差，从103、104、105，我去查了一下，每年都差500万以上啊。好，是不是请内政部说明一下？谢谢。好，那谁要谁可以说明？跟委员报告，我们在这个行政规费收入这里审查费用这里面哈，税入的这个经费哈，就是几年会有所不同哈。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个其实海缆的这个许可的一个审查费用哦，这个是我们是被动的哦，这个是如果说有需要设置海缆审查的这一部分，他们提出申请，那我们就是被动的来做审查。那因为这几年来，因为这个离岸风力机组它的一个需要哈。那所以就是增加了一些海底电缆的一个勘测跟这个铺设路线的一个许可啊，所以我们这个在税入的这个部分就会有所增加。我想你们没有听懂我的重点啊。我的重点在于说，这个税入的部分，行政规费的收入，你们的预估值跟实际决算的都差距太大，而且是每年如此。都是每年如此，不是说今年因为哪一个部分特别收的比较多，或是收的比较少，而是为什么你们行政规费的预算数跟你们的决算数差距那么大，而且每年都如此，到底原因是什么？不是只有这个海底电缆的问题哈。是那个跟佐征是吧？好。好，那委员，这个部分，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审查费用这边是它是包括很多了哈。那除了这个，海缆的这个部分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这个测绘业或是估价师的一些审查的这些费用。那我们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其实这些许可它都是不可预期啦。那我们是不是就？微调好，是不是看看微调？我想这样啦，主席哈，这个税入的部分，其实我是提醒内政部要注意这个部分哈，常年这样不是办法哈。我建议这样了哈，这个我建议增微增200万了，哦，税入的部分增加200万，我想一定够了哈。你们每年都差距500万以上了，所以税入的部分我加200万了。好，哦，那希望这个内政部在编列税入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哦，就是不要长期有这个现象发生。好，哦，以上好是好，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好，然后主管机关也同意哈，哦，那我们现在就在税入的这一案，李俊毅委员的提案，我们就税入那个预算数增加200万。好，哦，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到通案的部分，我们也是在之后再来处理嘛，哈，哦。现在处理。这个就是那个简单的通案，它是派员出国计划。好，那这个派员出国计划的部分是不是请说明一下？委员有，因为我们内政部出国报告建议事项里面采行心情不佳哈，所以有的建议事项哈，那我想这边先做说明哈。那其实有些建议事项，因为现阶段哈，其实。要配合计划才能够采行，所以它其实并不是没有采行。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我们晶片身份证，我们建议这个事项，但是因为配合智慧身份证的自发，目前在研议中，所以这个部分变成目前就没办法采行，因为它必须配合计划。那
未来我们内政部会再检讨哈，并且督促所属机关再审慎研提出国计划啊，并且我们就这个加强出国报告所提建议事项，我们会加强它的管考作业。那因为这个真的它的建议采用率啦哈，非常的低，才采用34% 而已嘛。对。那我觉得说，如果或许我们出国的人员所建议的都不符合我们内政部所要的，那这个是否有一个规划计划的部分？因为既然都不符合了，那您要出去之前是否有一些规划？不然你出去拢等来讲的，你若无采纳，啊无就讲时间啊未到，时机啊未到，哎袂使安尼啦，啊时间啊未到，时机啊未到，就卖出去嘛。所以我觉得说采纳度一定要高，那采纳度不高的话，那编这笔经费真的是也很浪费啦。所以我觉得说还是要提报告，然后经委员会同意才可以那个解冻嘛。好，那我们是不是就遵照委员的建议，我们再做检讨，通案纳入通案。我们后面还有好多出国计划的部分呢，哈。然后，那要不然这样子，我们等于现在等于是那个林委员是提议冻结120,000嘛，大概是一成左右嘛。那我想，因为这个案子基本上它是一个提醒啊，影响也不大。那先我们是不是就先尊重你的那个提案？好，然后后面有类似的，搞不好其实如果都是相对的，你这边已经冻结，后面其实也就遵照你的意思这样处理嘛。好好。那我们先处理好了，然后我们就冻结120,000元，然后等到提出报告后再使得动之。好，提出报告在我们本委员，向内政部提出报告，内政委员会提出报告后经同意使得动之。好，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一幕的部分。一下哈，好，我们把那个类似的先进行讨论，放在一起讨论好了哈。第一案跟其他案比较不一样，我们针对第一案先讨论一下吧。我们要请陈委员先说明吗？还是请主管机关？好，那主管机关直接针对陈一杰委员的提案做一下说明。是，主席各位委员哈，在这个一般行政的这个水电以及通讯费的部分哈，这个我说在这里做一个报告哈。那因为省电省水这一个，我们在1996年就已经开始在做节能减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那在这个省电的部分，我们也把这个办公室哦改成这个高效率的这个灯具哈，那省水的部分也做了一个省水马桶哈，抽水马桶的这样的一个感应式的这个水龙头哈。那到这个去年为止哈，我们用电已经节省了24.1%，就从1996年到现在哈。那省水的部分也达到这个12%哈。那目前今年度也是按照过去的一个节能的一些措施哈，这样子来做。所以大概就是需求量哈，需求数大概跟我们编列数是一致的哦。如果是再减低的话，那就是不复使用啊，就是到时候会不够，到时候会不够。那以我们现在这个节电的这个来状况来看的话，像我们南栋的大楼哈，一楼这个已经电已经关到最小，那包括这个我们服务台。现在都还用台灯哦，各位可以到那边去，只要到了我们办公室可以感受得到哈。那我们电梯的部分也有时候会把这个8部的电梯这个停了两部哦，停了两部。那这样子就是说，在节能减水的那个部分，我们已经达到最节省的状况啊。如果再减，那就是会不够。所以这个决算，去年的决算已经达到1200
1200多万，跟现在今年所编的1277万差不多，差不多。那在这个通讯费部分，这个通讯费包括邮资，包括电话、手机、网路。那邮资的部分，我们在节能减纸的这个部分，就是尽量的去做这个线上签核，那所以说这个影印部分也减少了，那在邮资的部分，就是说，大部分是用在这个民众申请，公文量。那我们会把这个公文寄送给这个民众，寄送给民众，那是必要的，那如果再减的话，那这个办公上就会有一些问题，那在电话、手机方面也是规定同仁有一些上限，比如我们主管的话，一定的这个上限，如果超过的话，他自己要付，所以已经做到这样子一个精简的一个地步，所以这个编的这个预算是跟实际所需求的是一致的，再减下去的话会没办法办公，会影响我们办公，这个是大概是目前的状况是这个样子。谢谢。好，黄委员有没有？这是陈委员的，不好意思，嘿。那个这个部分。刚这样说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够提供这近三年来有关，因为包括电话通讯费等等以及邮资这部分哦，那是不是把这三年的资料就是一并先让我们了解一下，那就是先，那不然就是不删，可是我们先动10%，然后等把相关的资料送来委员会之后送书面就好，我们就予以动之，好不好？好，因为我们还是希望看你们近三年的一个，第一个就是节能减碳的部分，但最主要我们还是想看一下邮资跟电话通讯费的部分，因为我们你说大部分的都是寄送给民众嘛，但是其实在这个部分，其实很多民众还是有相对的抱怨存在，譬如说资讯不足啊，或等等的，所以这个部分还是我们还是希望能予就是先动10%，那等这些近三年的一些报告出来之后，让我们了解其中的一些细项，让我们再予以动之，送书面报告。是，照办。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第一案哈，冻结10%，提供近三年这个有关水电、油资及电话通讯费用的使用情形，提供资料后，使得动之。好。提供书面资料后，使得动之。像那个不好意思，补充一下，那个邮资，譬如说你寄予的对象，那些可能就是细项跟笔数，让我们了解一下这样子，好不好？因为这个部分我们比较希望能够了解。好，谢谢。好，就在不影响到各资法的情况下的那个部分，请尽量提供，好不？就可以了。笔数，譬如说哪个案子，你的笔数，大概送去给民众笔数有几笔，好不好？是。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的是我们叫1-2-3-4-5，好，有它的类似之处，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讨论，好不好？接下来我报告就是在一般行政里面的这个影印机跟这个非全时的公务车的这个租用，那在这个规定里面，是在讲是全时租车，比如说那个部次长的这个车，如果我们不买，然后去用租的，那按照规定是不可以超过这个行政院的这样一个规定，这个上限，比如说2500cc 是920,000，2000cc 是690,000，1800cc 是635,000，那我们现在所租的车子是非全时，刚刚报告的是全时的租车，那这个部分是非全时，那非全时是用在哪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按照采购法规定，有成立的这个工程查核小组，那还有我们中办，因为人员的这个年纪比较大，还有车辆这个老已经到了汰换的这个年限，那所以我们没有在边买车子跟这个人员去开，那用这个非全时的部分，在租用这个车辆去办理这个业务，大概是这个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按照这个地区性，还有它的距离，还有它的使用的时间以及市场行情，我们定了一个标案，
然后这公开招标，那按照这样子来执行，好，这是主要是非全时去租用车辆的这个部分哈。那另外这个影印机的部分哈，我们近年也一直在办理这个节能减碳、那减纸的这个业务，那用线上签合的这个方式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影印机的使用量已经大幅度的减少，好，大幅度的减少。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往年使用实际支出的这个数量去编列，哦，所以这个已经达到这个实际使用的这个金额，哦，去编列这个明年度的这个预算，哦，以上这个说明。这是第二案。对，这是第二案。那第三案我们先处理二三就好了，因为后面的有好几案是连续都要送院会去协商的，哦，就二跟三就可以。第三案你也顺便说明一下吧。那第三案主要是讲这个这个预算里面哈，大概就是说我们办公厅设的这个环境清洁以及办公大楼里面的管理维护以及保全哈，这几项哈。那这几项里面，我们主要是因为经费增加，主要是我们南栋大楼里面这个已经这栋大楼已经是第24年，那去年是因为哈，这个我们淘汰了一个电源，就是三大动脉哈，我们现在有三大动脉的电源，1到6楼、7到12楼跟13到18楼，那去年因为这个有一个大动脉，就电源的大动脉坏掉了，我们动之预备金去做，那厂商是跟我们讲是说后面两条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我们今年度跟大概明年度也要再编其他两组的这个动那个电源做一个更换，哦，那这个所需的费用大概是700万，那我们部里面分担的是大概是1/3，哦，那1/3700万大概是200多万，那我们现在只增加187万，那为什么会只增加187万？我们就是把其他的那些项目，我刚刚所报告的那些项目，比如说我们中办的，一些办公空间的这个清洁费跟它的管理费，我们都把它降低了，哦，那只增加这个187万，主要是用在这个部分，哦，那如果是说不办的话，那风险就很大，随时会有停电之余啊。好，谢谢。那我们请教一下黄兆顺委员跟陈超明委员，在第二案、第三案你们的看法，这样。我想第二案当中啊，其实我是相当有意见的，因为我们当时精审之后，其实我们对中办就有一定程度的一些意见。那精审的时候，我们中办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并没有接上来。而且变成这个业务上有许多像南部的还必须要跑到中办，我觉得这事情完全没有统一，所以我想我对这里的预算我是有一定程度的坚持。来，陈委员，你一三的话，我讲了，伊就来给你乱，你袂记讲啊。所以我不太了解，我要问的是说，所以现在中办的车子都用租借的，还是明年度都用租借的？那目前呢？目前也是都用租借的。对，哈哈，了解。中办的所有中办，中办，我知道啊，他是中办的所有的那些。关于中办的经费啊，哈，在。上个会期或是上一届的委员会里面都讨论这个问题啊，很多都主张把它删除掉了，啊，现在中办的在继续的编列，而且又变成增加，所以这个地方要考虑一下了啊。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说我们中办事实上像地震师的还有6个科在那边，那我们其他的科也有在这样子。那当时当然精神的时候是说有一些要业务要北移哈，北办，但是现在因为有一些同仁是在那边这个就生根
就是在那边生根的。那如果搬上来是有一些不方便，后来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想象，是说啊，他继续在那边，但是我们的业务还是有一部分在那边办。那包括好、哦、这些档案呐、啊，或者是发文呐、啊，那一些都需要有一些人在那边，所以这个是有它的一个必要性。好，我了解啊。好，好，那黄委员的话，那看法？其实，那个主席，其实这一段哈、哦，我们大概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希望能够把它取消掉，尤其是中办的部分，因为跟我们精神完全是背离我们原来的原则，没有理由说我们精神之后，然后我们现在未来在办公的时候，包括我们南部还常常要到中办去联络事情，我就是很奇怪，事情不统一，而且整个的那个事权可以说是连民众都不了解，我就说这样的单位干什么？跟我们的组织编制来讲，我觉得有一定程度的理想有一定程度的差距。我在这里再补充两点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中办的这个同仁，假如说预缺就不补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北部的这个办公厅舍哈，到目前是不足的。哦，那在还没有盖这个厅舍之前，那同仁又在那边。已经习惯了、啊、所以我们有一些业务就还是留在那个地方，那逐年会朝着这个目标来精进。主席，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都到高雄去开立法院的院会好吗？这样子、哦、我们试着处理看看，就是说黄委员垂询的是希望精神动神后、哦、我知道，就是说那种效率的问题，而不要说只是就是说换汤不换药了哈，对啊，但同时我们也有，他也扮演了首都机能分散的功能，所以确实那个，那我想是不是我们着语冻结好不好？就是说继续保持我们的监督跟关心哈，所以他总共是1727万嘛哈，我们172万哈，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冻结十分之一好不好？然后只等到来跟我们报告后时的动资这样子。你讲就可以，但是我还是希望内政部长哈，就这个部分，因为这件事大家已经讨论很多年，就是精神以后本来就不应该有中办，所以主席，我尊重你说动十分之一，但是就是我们希望往那个目标去走。好，我们请李俊毅委员。这个问题其实是长期以来的问题啦，好，就是说我们在宪政体制下没有彻底的废审哈，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现在中办虽然精神条例已经结束了，那还通通放在那里。这不只是内政部有了，每一个部会都有，行政院也有。上次审行政院的预算的时候，我就问过行政院秘书长哈。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呼吁大家以后共同来支持，就把这个审哦彻底的废掉，修宪不要再反对了哈。谢谢。好，那这样我们哦冻结十分之一。那我们因为他也有车辆的那种去租赁上的契约等等，我们是不是提书面报告后哈？就是的动资，好，好，那第三案那个陈昌明委员已经完全了解你们的说明，好，我们就不处理哈。那我们再来跟大家报告，好，456789，对不对？都是属于我们会送院会协商的，好，那我们就不在委员会这边处理，好，我们直接进入到，那后面有一样的没有哈？都是一样的吗？好，我们1-10到1-13是在讲第一幕第三节的部分，所以请一并说明好不好？嘿，你好，请说明。好，1-10到1-13。这个招委，各位委员，大家早哈。那1-10到13是我们属于我们统计业务的这一个部分，里面有三个重点，我分别来说明哈。那第一点就是编印统计书刊的这一个部分，因为内政的统计资料非常的丰富，而且外界呢也需求的很多，
那我们也配合政府的医化政策呢，所有的资料都已经上网去提供了。对，麦克风要稍微靠近。哦，那啊，是，那也所有的资料都已经上网去提供各界来查询和上载。但是因为有时候要应付不同的这个需要、需求者或者不同的使用目的啊，例如外宾的参访啊，这一些国际之间的比较交换啊，还有有时候那个上网困难需要随身携带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只好要分刊编印一些的书刊啊。但是我们经过每年都在检讨，所以我们的书刊的印制的数量啊、种类也逐年都在减少。那世界各国的统计资料虽然也有上网呢，但是它也不是全部可以免费来提供，所以相对的，它也是会编印一些纸本的书刊供这个架构来使用啊。那将来呢，我们会视各界对这个纸本刊物的这个需求以及应用状况，来适时减少调整各项书刊印制的种类及数量，来响应爱护地球、减少树木砍伐、鼓励无纸化及方便民众查阅的这个目标。请委员支持，能够这个案子不要去删它。那第二个是有关这个调查的这个部分了哈。那通常我们调查都会会同相关的专家学者，来针对业务的重点、创新的亮点这一些来设计问卷，持续检讨、精进这个问卷设计以及调查方法，来提高调查的切度、效度和适切性啊。那通常这个统计调查呢，它都要在稳定的定义范围以及对象上，好、哦。那来持续的建制，这样资料才会一致，那长期时间的数列的趋势才方便比较和这个分析。那有关第一至十里面讲到这个妇联会的这个问题哈，那依据我们民政司的提供的说明啊，他说这个妇联会引起争议的这一块呢，已经给他警告处分了，那该会不服提起诉愿，行政院也正办理这个诉愿审议当中。好，那第四个点就一至十三有一个建制人民团体资讯管理系统这一个部分，因为人民团体呢，它分了很多职业团体、社会团体、政治团体、社会发展协会，又分了中央级、省市级、县市级，非常多的层级。它初期建制的时候呢，因为限于这个人力，所以它目前使用还没有这么的普及了哈，所以有些资料它还是要透过这个统计调查来收集，来建立长期稳定的这个时间数列。好，那这个就也请这个委员来多多支持了哈。那有关今天增加的一至十之一的这个有关这个内政部施政满意度调查哈，那调查有些不确实的这个情形哈，跟各位委员报告哈。那有关调查呢，我们都一定有一个监督的机制，我们一定的严格的来办理哈。那这个施政满意度调查呢，是委托外面的调查公司来办理，它是电话调查。那公司呢，它有监看员，哈。那本部呢，调查的时候也会派员去现场监看，那如果有异常的会立刻的这个制止。所以我们今年106年度办理的时候，我们会再重申再严格的要求哈。那这个专案计划就请委员支持，不要去删减，谢谢。好，谢谢。那请各位委员有没有要垂询的部分，请赖瑞龙委员。那个我想预算上我就不坚持了哈，那但是我还是希望说部长后续在未来的预算上春节来使用了，在未来 年度的时候可以再思考一下了哈。好，谢谢。好，那其他的委员请那个洪宗义委员。那个主席好，我请问一下，为什么今年会再增加27万？为什么会增加了？比上年度增，因为你刚刚一直讲说要节能减碳啊，结果你节能减碳，然后你又增加预算，这个你总是要说明一下吗？
是编译书刊的部分是吧？编译书刊的部分就是一至十二陈昌明委员提案的部分，不是啊，十一啊，对不起，包括是洪仲玉委员联署，没有了，是增加没有错，哎、欸，对对，一样的，一样的，因为一样，不每年他那个印刷公司啊，他有些那个会，其实。印刷的本数跟它的成本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啊，所以说你们今年在编明年的时候，你们就没有准备要节省了吗？如果照理的话，因为虽然那个物价上涨，你现在可以解释物价上涨哦，所以你增列嘛。但是你们的前提下，你们并没有想要减少啊。所以我觉得你还是维持跟去年一样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数量是，它编是编这个数量，但是我们到时候都会去减少。像我们去年就减少了十本嘛，上一年减少了480本，哦，所以这个数量我们会一直让它减少，好，哦，希望啊，不是，还是要落实啊，你没有落实的话，是是你就我们会很简单的，啊，执行的当中，我们会一直来，因为我想哦，那个物价上涨我们都知道了，啊，你增列的话，你如果增列，那就是跟去年一样嘛，你的那个思考是跟去年一样，就是表示说你今年编列明年的时候，你并没有因为要节能减碳你来降低啊，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我希望你们说明清楚一点。哪一本书？来，我们请那个陈昭伟哈。哦，增加27万多啊，没有什么意见呐，啊。但是你有哈，哦，先见之明，大概会物价上涨，将来会引起很多困扰。但是你又是我初中的同学啊，好，就拜托大家。哦，有同学真好嘞，哦，我初中同学啊，怎么样？林同学，哎，你感到最有趣啊。哎你即马是讲恁初中同学，所以今仔预算拢免台啊。我感觉伊无啥想初中同学，未需要高中老师诶。伊拄只在伫遮甲我讲，叫我无啥用冻结就好啦哈。所以我想，因为其实在104年中央政府总预算，就是审计部的结算报告也写得很清楚。但是我觉得我勉强接受那个，但是这个不一定要检讨。所以冻结多少，我想请主席来裁示。好，那刚才是不是那个庄瑞雄委员？我可以再说明一下。那你等一下一起说明。好，我们请庄委员。好，庄委员。那个，我来表达一下意见呢啊，哦。你这一笔那个1-10之1这个，哦，整个统计业务的专案的计划经费，我来供您来听嘞，不要开玩笑，你动作要公共的会啊。最主要是在谈你们呢，整个调查的一个不确实啦。你像比如说，你们有很多晚婚的啦，结婚的，还有一些生子的啦。最主要也不是什么访员的问题的，那就变成说你们不只是设计草率，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让人家感受到，你那个做出来的一个调查，那是一个无效的一个调查。那所以啊，我想为了让整个你们这个每一年都会做嘛，哦。为了让整个调查的一个正确啊，哦，你应该是去把整个调查的方式啊来做一些检讨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来做一个报告以后啊，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先冻结65万了，嗯。好 ，OK。陈昭敏高岗吗？陈昭敏，你不要来，一定要再说明吗？来。我看是这样啊，大家都希望能节能减碳哈，那但是又希望那个你们要那个不要影响到你们的这个业务哈，所以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第三节的部分，就针对你们增加的部分予以冻结，这样子好不好？对的哈。对啊。增加多少？279000呢、啊？只有冻结那个部分呢，我觉得太少了吧？那个是我想删掉的，欸，那要不然就把它删掉啊。不，到陈昭敏啊，陈昭敏说325啊，你同学的工会15啊，那尊重你同学。好了，我看依照黄伟他讲的地方看一下。要不然这样了，因为要不然就这整幕总共是565万嘛，哈。要不然我们冻也是冻结那个。我可以不可以补充说明一下？我是觉得可以不用再说明的呢，就是说。
要不然我们就冻结50万元呢、啊？因为刚刚好像有、哦、我有一点误解了。哦，好，那事实上，那个委员所提的减少279,000元哈、啊，增加279,000元哈、啊，事实上那个是办理内政各项调查计划的经费里面增加的。那增加为什么会增加？是因为样本量增加，所以那个调查的经费才会增加279,000元啊，跟书刊没有关系，是。好，我们冻结50万，好不好？好，冻结50万，提书面报告后可以动资了哈。好 ，OK，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的是，那一样的，这都一样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1-14，14、15、16、17。哎，没有十七啦，到16而已，都是第四幕的部分啊，是不是？请说明一下。是赵委员，部长、主秘、各位委员，大家早。我想14、15、16三个议题啊，都前后有点相关了、啊。委员有一点那个误解，需要特别做个报告。有关第14案部分呢、啊，徐委员关切说，消保涉外经贸似乎不是内政部主管的业务啊。设备投资、买摄影镜头等等，有忽然编列的这个疑虑等等，他要求简列。我想这个是一个误解。我想内政部秘书室是部里面相关总和规划、研考跟相关的一些动员汇报、为民服务品质、国会以及我们媒体服务相关的一些总和规划的幕僚工作。那事实上，去年度的经费呢是5,204,000元，今年度那个106年度了。我们已经遵解15%的原则来简列为495,700元。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是已经统合来删减，但是我们本着当减则减，当增则增的这个原则啊，那有些部分需要加以微调。那需要微调的部分呢，我们所关心的这个摄影镜头部分呢，事实上我们的这个秘书室的这个秘书室的发言人业务呢，事实上他兼办我们国家国庆大典的这个新闻组的工作。那现行的这个摄影镜头呢，是已经有用了7年了，配合目前有关摄影科技化的趋势呢，这个已经使用7年这个镜头呢，事实上并不符合这个媒体的要求。那我们会提升相关的这个服务呢，我们今年度里面呢有特别来增列8万块钱呢，来买这个专业的镜头。这是有关第14案的部分呢，特别跟委员报告。那第15案部分呢，大概李委员特别关心有关这个所谓的这个新住民跟外籍移工通译的需求。那即使有关通译的部分呢，不管如何，有关人权，不管新移民、新住民相关的议题呢，是我们人权业务保障的一个重要的业务。我们每年针对初阶跟进阶呢，我们协助部里面相关的私塾的同仁呢，我们配合相关办理相关的讲习的工作，我们也重视新住民跟外籍人士的这个权益。那至于我们相关的一些通译的需求部分呢，我们警政署跟我们移民署呢，已经有建立相关的一些平台的工作。那会前我们也跟相关委员的幕僚啊做一些说明。不管如何，在相关警察机关、法院跟移民署相关通译人才资料库的部分的这个平台部分呢，我们会进一步来加强，来加以强化。那我们特别要求说，部里面秘书室是不是能够在幕僚作业方面能够做一些更紧密的一些要求等等呢？我们会遵照委员的指示呢来办理。那至于相关的经费，真的，我们整个年度里面经费都已经统上15%了，这是已经最低的需求了啊！特别请委员能够给我们谅解啊。那至于说第16案委员所关心的年度里面的经费呢，是不是能够再酌减15万2,000元部分呢？我想特别报告，在106年度部分的预算里面呢，有几个部分呢，特别是需要加以加强的。那今年11月1号，我们部里面颁定了部里面的这个听证的作业相关的作业要点。其实这些事情呢，是部长在520上任之后，特别配合当前的这种环境跟未来的趋势呢，所接触的一个新的重点的科目。那部长都特别在部里面亲自授课，我们也完成了先期作业的公开甄选听证主持人的作业。
那第一阶段第一届的这个听证主持人的甄选作业跟座谈会呢，我们已经在11月1号之前呢先行办理完毕。那目前大概后续会以这个地政司跟营建署相关的都市计划跟土地征收作业相关的部分的听证作业来优先来推动协助办理。那秘书事所担任的工作就是担任这个相关业务的平台，后续有关同仁遇到的问题跟相关出街跟更进阶的这个幕僚作业相关的经验分享，以及委员阶段性的跟我们提示一些意见等等啊，这都是我们未来需要再加以精进的地方。那有关第二个部分特别在特别报告，就是说今后大概106年度里面呢，有些相关的人权国家报告的这个外国专家审查会审查部分呢，这一个新增的部分的业务，在106年度里面呢，有些需要进一步来充实相关的一些幕僚作业。那第三个部分需要微调增加一点点几万块钱的经费部分呢，事实上秘书室也兼办我们国家有关全民动员防卫人力动员方案部分的幕僚作业。那我们配合行政院动员汇报，也将在106年度呢，我们进行相关的县市的动员的业务的访查工作。那初步呢，规划在明年度呢办理新竹市的动员业务的访查，那只需要增列足以经增列相关的经费。那以上报告，请委员指教，谢谢。好，谢谢详尽的说明哈。那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要垂询的？啊，请林立长委员。其实我对综合规划业务的专案计划，为什么会提出相关性注明的？请业务单位去做整合、横向，还有中央的高度去做所谓分工规划，随时定期做调整。其实我们看到，不管是移民署、警政署还是民政处，相关新住民的业务方面，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的不完整。那我觉得说，中央的指导，中央是站在一个指导的高度，那您必须要去做整合，随时调整。不要说地方报什么，还是署里面报什么，您每行都感觉都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你不可以这样。所以在中央的高度，既然有综合规划业务专案，我必须说，这个专案计划里面必须要思考到新住民相关的、移工相关的。其实如果做得很好，就不会有相关的需要检讨的。那既然有，我个人希望说，在所谓的横向分工这一块，我们中央一定要有角色进来，不可以说绑下去就没角色。所以我这边还蛮坚持的，必须要去做一些动解。那希望说内政部这边去做一些整合规划，然后告诉我们您什么时候定期去做一个分工跟做一个整合，还是哪些部会有重叠的。包括说移民署有一个通译资料库，可是呢警政署却没有，那您中央的角色是什么？你如果没在插吧，我给您执行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您各部会不一定有这一块，所以表示我们中央的高度没有注意到这一块啦。请说明一下。谢谢。我想那个特别跟委员报告，其实在部里面的分工呢，部长都特别指示，只要一个单位或一个机关以上的业务的横向的联系呢，有些部分的工作我们会在部次长的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秘书室会办理相关的幕僚工作。那委员说刚所关心的这些新住民或者是外籍移工相关通译的需求部分呢，我想我们会进一步在年度里面看看能不能够再进一步来发挥更好的功能。没关系，我们承担这样的一个。反正您的整合规划跟定期什么时候跟我们讲，什么时候部里面有定期去做检视这些业务，那提到我们委员会来。那我个人就觉得说，这个才会能完善的去，就是说不管人权还是处理后续的移工移民的议题上面，才能更完整啊。所以我还是坚持说，这个我们可以冻结，然后您提出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准予解冻啊。好。这个因为这个议题确实大家都很关注了哈。那内政部有内政部的高度，所以我们是不是哈，这个冻结10%哈？然后差不多50万左右了，49万5000七，
其实委员所关心的是我们里面一个科里面协助辅导一个平台，那其实我们都愿意往精进的方向去做，那动起多少其实并不是我们所坚持，但是希望我们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对，我因为我个人也是，所以我不会提删除，我还是觉得冻结。那您提出来之后，我支持那个招委的建议啦。那我们就是冻结十分之一，十分之一，然后是书面吗？还是在这边报告？好，那我这很广了，对。不过，是。经理，如果有困难的话，再找我们办公室。我觉得不广了，有心要做不广了。不是，对，就整合起来，其实可以。是不是书面？甚至我们都可以指定我们移民署跟警政署，我们定期来跟委员来汇报都没问题。我们不会，您刚因为这个相关立场认为了哈，内政委员会应该没有委员提出这样子的专案报告，那也让我们内政委员会的委员就是更了解。我觉得我们不会一次要求您要提到多大的报告，只是所谓的专案报告，我觉得只要您愿意提，我们都觉得说就是不会一步要到位了，可是至少有这方面的。好，那我们请国大使委员发言。林委员讲到，其实我可以理解他的苦了哈。其实那个辛苦，在原民的那个身上，其实有看到原民会啊，他其实林委员刚讲的涉及两个院呢，一个是司法院。其实司法院现在哦有设置这个原民在法庭上的同意，所以其实这工作不完全是内政部，但又跟内政部有一点关系。是我举一个例子，原民会它有成立一个原住民法律辅助要点，那这一个要点呢，就是只要有原民哦，在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之下，需要有原警的侦讯，甚至连这种万一有一些司法案件哦，需要到这个警局里面，不管是做笔录或者是侦讯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有一个这个要点来协助这个警局来派法服的律师，及时第一时间就到现场来协助。那我想，其实我们关注的是人权的议题。那预算的部分要不要这样动？其实也这个那个林委员可以思考一下，因为毕竟这个工作是在司法或法务跟内政可能要一起合作的，所以我会建议比较具体的建议说，内政部可不可以有订立一个类似的要点呢、啊？因为我想这个是可以让这个执行者哈、这个有这个规则可循，那这样子其实也可以解决这个林委员的担心，因为原民会的确有这样的一个要点。那我们终究的目标也不是为了要删预算动预算嘛，其实是说希望这个制度可以更好了，更健康。好，因为我个人觉得在新住民跟移工这块涉及比较广的，包括说新住民的家庭问题还是被家暴，会落到警政这块比较强，那不一定在我们地方的协调里面就可以解决这个家暴案，所以不会到法院。所以这块其实我觉得说Brass 委员讲的是在另外一个区块，其实新住民跟移工的议题会使用到通译的，像高等法院会有一个通译，他们的特约通译人员已经在里面会有订，可那移民署有一个通译资料库，那警政署是各个警察的部位，有些有，有些没有。那我的意思是说，包括我们的户政，那刚入籍的新住民，还是我们查到的，他要去做一些办的所谓的登记之类的，还是孩子出生，他要进去帮孩子办所谓出生登记的，因为本席就曾经有这方面的困扰。那我们家人都很忙，所以我生完小孩子满月，我还要把我的孩子去报登记，可是我的语言又不通。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新住民这个区块可能会比较特殊一点，为什么会要求内政部这边去做一个整合规划跟分工？您有一个基准，您的所谓的部下面的相关的单位才能有一个依序，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应该不难。
但我不会要求说啊，您一定要做到多完美。可是至少第一步一定要去做，因为现在既然有一个新住民的立委了，我觉得这一块我必须要去提啦。好，那我们来处理一下，我们就在这个495万7千元的这个项目冻结10%，然后来内政委员会做专案报告后，经同意时的动之。好，好，那我们第一幕就先处理到这边。那我们是不是休息10分钟？我们再进入第二幕。好，好，谢谢，谢谢。
好，各位委员，我们继续开会哈。好，各位委员哈，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幕。第二幕的第一案的部分，我想那个我们2-1, 2-2, 2-3, 2-4, 2-4跟2-5都是整个第二幕的讨论哈。那除了本席的2-3我撤案以外哈，那我撤案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在办理了哈，我们就不用再那个。那其他的请整体说明。但说明前哈，我想说2-1的部分，我是不是跟林委员商量，你的在最前面你已经做了一次处理了嘛？是不是这边我们就不讨继续讨论了？哦，那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好，那2-1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把整个旅费的部分，在通案的部分已经把它处理掉了，这样子。好，我们那我们就是总的来讲，就是除了2-1跟2-3以外，整个第二幕的部分2-2, 2-4, 2-4跟2-5，请做一下说明。好，赵委各位委员部长哈，这边做一下说明哦，2-2这个部分就是有关于那个行政区划的部分。按照我们现行法律规定哈，包括乡镇市区的行政区划要依照行政区划法通过之后才能去调整了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部里面也积极把那个行政区划法这个送到院里面来。后来因为这个我们新政府成立重新再检讨了哈，所以这个部分配合到行政区划法制定之后才能去动，我们会积极来跟地方来协调了哈。这个部分也涉及到我们地政司的权责，我们会来配合办理哈。那第2-3的部分，2-4的部分哈，是因为财务申报这个部分，我们也在积极催促所有的地方，所有的那个政党跟政治团体来做申报了哈。那我们每一年也在办理，也都会去办理讲习。那对于这个按照我们的要点来公告，我们也责成我们同仁希望把那个没有申报的，我们也希望在网站上把它呈现出来，然后让所有的民众去做监督哈。这个部分我们会来积极处理哈。那2-5的部分一样是行政区划的部分，跟第2-2一样，是因为这里涉及到行政区划法要通过立法的部分才能推动了，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建前委员没你冻结哈，也没你删除。以上报告，谢谢。好，那请问一下提案委员陈其迈委员。那个2-4了哈，我提案针对那个政治团体这个部分啊，那你这样随便交差的讲了几句，随便交差了事。妇联会的部分，上次我质询到现在啊，你们做了什么事情？报告我们已经再次催给他了哈。如果再那你的函拿给我看，你从我质询到现在，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啊？什么时候？24号，今天几号？28。你是这个月你才发了一张函，那、发什么？叫他再提供。那、你有什么策略啊？他就不提供，那你怎么办呢、再不提供，我们已经在签。那你告诉我什么时候他缴多久？他没有提供，你们要怎么做嘛？不然你这在包庇啊？讲难一点是在包庇妇联会啊。就是他不提供，你奈他何呢？这个你们的具体做法是什么啊？这个部分当然涉及到行政院书院那一个部分了。行政院有什么关系呢？你们可以行政作为啊，他要书院在书院啊。你讲这些话是？不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案子签上来，然后也在处理，就是在切记不？我们要做。你告诉我你们要怎么做嘛？我们今天大家委员大家都质询过这个议题啊，对不对？什么叫他书院？对了，我现在叫他书院。委员，对不起了，我现在跟你讲，就是我们一直在考量这样的问题，然后那我们也
同仁也签出来，希望如果再不懂，我们要去我们撤换那个这个所谓的负责人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其实也在严厉当中。那你那个五年有没有跟他讲这样？目前你们来闻，我看一下，我看你们有没有处理的的决心。你的闻二十四号的闻，我看一下。好，请李俊毅委员。这个问题哈，其实从这个江宜桦到部长，然后陈威仁哈，然后到叶部长哈，这个我们都咨询过好几次了。那人民团体法五十八条规定的非常清楚，你们除了警告以外，你们还可以甚至还可以撤销他的登记。那至于说撤销登记，他会不会来诉愿，那个本来就不是内政部的事情，他要必须从行政院去处理。所以你们应该依照这个程序来赶快来处理，哈，赶快来处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哈。我的了解是，妇联会创立以来，哈，从来没有提出财务报告啦，从来不提他财务报告，对内政部也不理不睬啊，你们根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哦，所以这个案子我支持陈其迈委员。我们请戴月荣委员。好，我一样有提了26案哈，一样哈，这个事情在今年的时候，其实我也咨询过相当多次了哈。那其实还是希望内政部能够有一些积极的作为，不过看来妇联会是完全不理内政部的哈。那包括他的会员大会也没有召开哈，那你们也没有任何作为。那刚刚也提到了依人团法你58条，其实你们有相关的有作为的空间的哈。那这么长的时间到现在为止，我记得到今年这个一整年的时间，大家都在咨询这件事情，那也做了决议，内政委员会也做成决议，但到现在为止迟迟都没有作为，所以难怪大家会担忧啦。那为什么内部要去，好、哦、都没有作为？如果其他人民团体也其他政治团体也比照这样的作为的话，那政府的公权力何在？哦、所以我说应该依照相关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也希望你们会后把你们相关的资料也给我办公室这边啦。我也希望看到这段时间以来，其实已经半年多，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哦，到底内政部在这件事情上的作为是什么？那如果迟迟都没有作为的话，我觉得包括删减、包括冻结，我觉得都应该要进行。然后以上，好，请问还有没有其他的委员有表达意见？内政部有没有再做一下说明？就是说，各位委员的垂询你们都知道嘛，因为经过很多次的咨询了哈。那当然在预算审查上，大家就会要反映啊。你如果说只有公文书往来，而没有任何的具体的那个话，那当然大家会不满哈。所以跟委员报告，我们也现在正在牵办一个案子了哈，就是说再不那个，我们要去做一个下一步撤换负责人这样的一个动作了哈。那这个部分其实文已经在签合当中，只是说还没正式发出去，因为我们一直催不到案子的时候，当然这个中间催告我们是一定要尽到催告的一个作为，然后再不作为，我们会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部分。这个我跟委员报告，我们真的有在处理。我再问一下，催了多长的时间？包括他的财报有没有送过来过？包括他的会员大会有没有承诺要什么时候来召开？我记得没错，3、4年没有召开会员大会，有没有答应？有没有答应？有没有承诺？曾经今年我们有去跟他协调，他们有开，但是资料没有报过来了。哦，这个部分我从今年到从今年的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来报过来吗？他对他，但是他有开，有答应要开，所以后来有答应要开，后来没有开。今年有开过，那那个财报的部分有没有送来？财报没有，好，所以我们也在催促。我们之前有送个地址资料的部分给各位，对，催了34天。对啊，为什么催啊？不来的话，如果我们不来，我们会做寄出下一步的。刚刚我下一步啊，那你现在下一步刚刚讲的是打算怎么做？就是业务费16000多万哦，冻结8000万，跟下一个资产。负债、净值三个数字你都拿不出来，啊，还在催，催了30几年还在催。跟委员报告了这个部分。政党轮替了以后，是，你到现在你们民政司到底做了多少事情？我们在我们如果对那个部分，我们就那个，大家那么生气啊哈，啊，照存续一脉为呢，不要冻结，把它删掉了。跟委员报告，我们这些经费不只是妇联会解散的话，现在你们执政党有那个权力，哎，好，各位委员哈，完了好不好？你刚刚说你现在作为，他现在打算怎么作为？我们就是先上去打算怎么做？我们持续刚刚讲的58条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已经先警告了，再不作为我们会进行下发出正式的警告吗？对对，什么时候发出的？我们在八
八月份就发布。我打八月份已经正式给予警告，那这个警告有没有回复？他们有任何的回复？他们没他们直接提书院。好，那下一步呢？如果下一步再不到，我们会严厉就下一步来进行，比如说像侧翻负责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会做出会来处理了，已经在进行当中。那个很显然哈，所有的委员都有共识哈，对你们的处理方式很不能接受，也不满意，所以我觉得哈，既然这么有共识，就把它删掉好了啦，都把它删掉。哎，来，请黄忠顺委员。好了，我们这次删掉，不要每天在这边讲，讲到大家都累了，而且提案既然提出来要删就删，不要打假球。好，各位委员哈。刚才我们提的这个议题，包括这个行政区划的议题，哈，因为所提的案呢是整个第二幕的部分。那整个第二幕的部分呢，因为刚才有讲，不管是删还是动，好，那当然我想请等到第二幕整个讨论完以后，我们再回头看到底要删或动，要不要删，要不要动，要动多少，删多少，我们再一起回来讨论好了，哈，因为后面的有各个不同的那个节嘛，哈，他还要继续讨论下去。那在我们讨论的过程，就请内政部具体明确的回应陈其迈等委员的这个诉求，到底你说延役撤换负责人到底是延役到什么阶段，你会什么时候发动，然后会有什么具体的成效？好，我们大概还会有半小时到一小时在讨论这个第二幕，请你们为了你们的预算要捍卫的话，你们就要拿出具体作为，要不然的话，我也是支持看要删要动。既然大家都有共识，那当然就是要删跟动啊，哈。但是要尊重其他委员在其他节的提案，我们先进入到。这个是哦要。对，那这个是二支，这个也是第二幕是不是？好，第二幕的部分我有提一个二支四支一的部分，是不是可以也请说明一下？这个部分我说明一下了哈，就是说我们再过一阵子，我们也会有一个法律修正案的这个提案哈。那现在就是殡葬条例里面有关于殡葬园区，看起来是有放宽，但是各地方政府基于地方的实际民情都不敢设置。那所以呢，现在这样的乱象，或者是说我们看到各区域其实是为了民众的需要而设立了很多会馆或等等的，那都会进入到有违法之余的这种状况，好啊，所以是不是也请你们做一下说明，这样子？那这个部分虽然我们放宽了礼厅灵堂的一个设置哈，但是因为它本身如果是属于殡葬设施，还是要受到殡葬管理条例的一般设置的一个规范的哈。那这个部分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包括土地分区，包括那个整个土地使用管制的一个问题，我们积极也在协调地方政府积极来处理了。那对于这个事实上如果没有放那个遗体的部分，基本上他们去做一个所谓的包括告别式，包括那个基本上活动中心都可以利用，只要是没放遗体的，基本上他们是可以弹性去使用的。只是说因为一般我们告别式的习惯上会把遗体这个放在那个这个礼堂里面去了，所以这个部分地方政府有这个疑虑，我们也三番两次催请地方政府加紧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让这一些礼厅灵堂的设置能够更放宽，能够更处理。其实我们已经召开跟地方政府协调，我们也另外也发函请地方政府加紧来做处理了，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我们也在努力。好，就这个都第二幕哦，我看我们都等到回头的时候再一起处理好了哈。我只是想说提醒，因为我们再过一下子就会有这个法案的修正哈，请做好准备。那再来，我们进入到那个二之五哈，二之五的第一节，这个是那个姚文智委员的提案哈，但是提案跟前面是不是有点类似行政区划的？他刚刚有做了一下说明，说行政区划法通过后处理或等等的概念哈，您有没有要再进一步？那个对，跟委员报告，这个第二幕的是行政区划法通过之后才有办法去做调整的哈，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地方政府能够赶快来，但是地方政府要求我们赶快把行政区划法通过，这个部分部里也在努力当中。以上跟委员报告。那台南的情况是怎样？对，你们知道吗？
委员提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区四千多人，是是，这是原来的乡镇，原来台南县的乡镇市，因为改制直辖市之后，乡镇市直接改成区，所以它的区有的大，有的小，会有这样的部分。那当初的一个说法是希望能够去做一个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因为按照我们地方制度法的规定，乡镇市区行政区域的变动调整要依照行政要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之，然后所以这个部分法律还没通过的时候，它的的确确在调整有它的一个局限性，跟委员的报告。哪一条法律啊？还没通过？地方制度法的规定是行政区域的调整依行政区域法，就是他们地方自治法都没有通过。不是，这里是行政区划法没有完成立法，所以行政区划的在我们这一边的。对，部里面这边有提过草，目前的立法进度啊，你们要赶快拿出来，我跟你讲。所以直辖市啊，哈，官位一直增加，每一个人的官位都调升，用的人增加，根本是浪费国家的资源。当初说要会省，变成六都，结果监会人事都非常庞大。你看那一个区的一个那个警察分局长的时候，等于是差不多靠近县的一个局长了呢。所以六都然后喝康康，我们这个不是六都彰化啦、嘉义、屏东，我们要联合起来对抗他们。真的无法无天，假台湾的主人假廖太监又以为他是诸侯，能力多大？所以这个时候没有跟我主张，全市在这个地方应该冻结掉。国民党就是这样不作为，所以才算输掉。马英九傻得要死，以为他一定会全部赢，结果六都几乎全部沦陷。现在六都里面，你把它看他的人数增加了多少，他的人数会用增加了多少，这个完全这个一直都没有行政区域化不化，你们要赶快提出来嘛，你们执政要有作为，赶快提出来把那删一删。李经理委员有意见，你再等一下再一并回应好了。这个部分我要提一下哈，国土规划、区域治理、行政区域重划，它有一个先后顺序。那过去的政府都一直只在行政区划的部分来做努力了哈，但是努力过只在合并直辖市或怎么处理，当然有关行政区划的部分都没有处理。那地方制度法要授权，必须要有行政区划法才可以有关乡镇市区，好，这个才可以调整。所以我是建议内政部啦，我是建议内政部这个部分你们要想清楚，到底要整体怎么规划。哦，以我个人的观念，从头到尾我都认为说，台湾只要中央跟县市二级制就好了，要那么多乡镇市干嘛？哦，所以这个部分要思考清楚，到底要什么？不是为了行政区划，然后做一个行政区划法，然后后来又后患无穷。所以我们提醒内政部，特别是民政司，你们要定这个法的时候，要非常非常注意。哦，这个行政区划法的范围到底是包含了什么？包含了乡镇市，还有现在直辖市的区吗？啊，比如说我们嘉义市，我们不是直辖市，我们也有区啊，我们有东区跟西区啊。所以这个行政区划不要一天到晚在那里下功夫，真正对台湾的地方自治一点帮助都没有。我这特别要提醒内政部要注意这件事情。好。有没有要再说明？还是姚委员？我再补充一下啦，那个刚刚陈委员讲的义愤填膺嘛，好，但其实大家只要回去一看，这是谁主导升格的？好，现在是请内政部要赶快擦屁股了，好，就是当初啊非常草率的啊就去升格，升格的后遗症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们谢谢陈昌明委员刚刚的提醒，这东西马英九走出来代志，现在新政府哈，赶快啊，循着刚刚李军委员说的这些程序哈，特别去注意说怎么样在这个国土规划、区域治理哈，然后在行政区划怎么样这个按部就班，赶快达到平衡。好，我们就请内政部加油。我这个案子不是特别坚持了，好，谢谢，只是想了解一下。那个当初不是民意。马英九以为是民意顺从他们，才造成这样的困扰，啊，导致国民党的衰亡。但是我们既然已经造成了，你已把那些区啊，好，我们了解台北市除外，其他的直辖市都是这样的情形在。
哦，那一个分局长啊，哈，现在改为直辖市，变成啊县的副局长，每一个人都升官，每一个地方都增加了再严格，一点自我节制都没有。尤其现在你们六都执政的最多啊，你们应该要勇于检讨，我再来拜托你们，不然台湾这样会乱掉了。好，那现在这个姚委员不坚持哈，那我们请行政院把你们目前的行政区划法。目前立法的进度可不可以送给我们本会委员，哦，做参考，好不好？啊，欸，就提供资料给我们。好，那再来，我们跟各位，对，二之五我们就不处理了哈，哦。然后再来就二之六、二之七、二之八都是第二节的部分，请一并说明一下。二至六的部分哈，是有关于对于这个政治团体跟政党的一个督导了哈。刚刚陈委员已经提出来，包括现在的赖委员刚刚也提出来，这个部分我们积极在进行当中。这个跟委员报告哈，我们会有下一步的一个处理的一个动作哈。那二至七这个部分是有关于公民参政的问题啊，林委员提出来的。部分因为这里涉及到对于所谓的外籍配偶跟那个就是新住民的这样的一个宣导，强化他们参与那个选举的一个宣导这个部分哦。那这个部分主要我们现在在分工是由中检会跟那个结合我们移民署在加强宣导了，所以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在我们业务上来讲，当然我们会协助，但是主要的一个主政还是在我中选会跟配偶我们移民署在推动。这个部分特别跟委员报告哈，然后二至八这个部分这个有关于选举制度这个部分哈，涉及到主要也是因为包括内政部跟中选会分工是由行政院来定调了哈。那如果我们行政院如果将来有确定，我们会配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委员这边包括在修那个选报法跟公投法已经有把部分的那个部分交给中选会，我们也会遵照委员的一个决议来办理以上的一个报告。好，我做一下那个处理，那个条次的处理一下，就是杨振武委员有个二之三之一，大家注意一下哈，因为您是在第二幕处理，但其实它的内容啊，应该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第二节的内容，所以是不是请主管机关也针对杨振武委员的提案哈？做说明，我们在这里只处理好了。我怕等一下回头要处理第二幕都讲大的事情，这个就没有人跟你说明了。哎呀，欸，你们有拿到吗？就是二之三之一。杨委员提到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有关于备案的政党的相关的一个资讯系统哈。那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将来把它纳到管理，包括这一些政党有没有申报财务，有没有什么，我们希望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催告或什么的动作了。所以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上面哈。那这个部分我们认为是说，整个现在尤其是那个团体不断的在增加，我们希望有一个机制能够去做一个控管，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部分是有这个必要性哦，请委员可以这个免引这个删减了。来，我请问一下哈，现在总共的政党也不过就是333个哈，就是有备案的政党287，核准立案的全国性政治团体46，这几年你说一直增加，这333里面，近三年增加的比例有多少？近三年增加有，近三年增加50个，那所以其实将近300个都是在很早以前就已经都设立了。对，我知道。好，所以大部分其实都是一直都是有设立，在三年以前，其实就已经常态性的就已经有将近300个了，就已经有将近300个。所以其实也没有像你所说的说有大幅增加或干嘛，而导致你新增了或者是新生了很多相关经费了哈。那长久以来，这个政党也不过就是这300来个，但是也没有看到你们在这上面有努力。那现在编列的这一个预算说，你们以后要控管，我觉得这个其实事实上，以
后你们要去做一个监督或者是做一个管控，我觉得是一个好事。但是第一个，这个你们过去一直没有在这一块有太琢磨太着力。第二个就是，事实上从这个里面来看，这个资讯系统的维护也不是像你讲的刚才说你们要加强这一些你们对它的监督什么，你们这一个是资讯系统的维护，是既有系统的维护吗？这个是新建制的，另外一个就是除了刚刚讲过的那一些有一些警示的部分之外，我们尤其是希望把这些资讯公开给社会。新建制的是包含哪一些东西？就是新建制的一个这个政党及政治团体的一个系统，资讯公开系统。这个之前没有。对，之前没有。好啊，还有呢？哦，那就是这个系统，这个系统是希望能够把它政党的资金呢整个给外界来做一个公开来让。各界来检视这样的一个方式。好，这个部分坦白讲，如果是为了建制这个系统，利益是好的，但是因为你们过去这个大家对你们的这一个信任程度还不够，所以我想先不还是要我想应该还是要简略啦。至于说简略的额度待会可以来讨论，但是还是要简略给你们一些让你们知道说我们对这个事情的重视啊，对于政党的监督或者它的透明这一个部分让你们更积极。好啊，至于说简略的额度，待会我们可以来讨论。好，请李经义委员，李经委，然后林立常委。我要谈的还是二至八了哈。这个大概从我当立委到现在，我一直还在追这个问题的选务选政到底要怎么区分哈。那现在中选会跟行政院我都沟通过了，大概以后就不要分选务选政，这个大概都没有问题了哈。现在剩内政部的态度了哈。内政部在是不是还要坚持这个选政的部分要掌握在内政部哈？所以这个是不是也等一下跟我们说明一下？好，请说明。那等一下林立常委员也先发言好了。我先嘛哈。好，那个因为刚刚有行政单位有说明说，这个可能是中选会或移民署都有，但我们在所谓的公民参政跟即政治的所谓政党政治那。中选会有去谈到政党政治吗？有告诉新住民何谓政党政治，何谓这个团体是定定在所谓的社福类的还是政治类的？其实在我们这个经费里面就有涵盖说，就是也让团体了解，就是政党团体还是所谓的社福团体，不同的团体新住民都有了解吗？因为我们当时设定这些没有想说台湾的新住民的就是数量人数会逐年攀升，所以立常会提这一块，本席还是强调说，让内政部在这一块既然编了所谓的参政的这种公民素养，我必须要要求内政部要去做，让新住民还是新住民团体了解所谓的参政，因为未来陆陆续续会有很多新住民会有做参政这个动作，可是他们都不太了解所谓参政跟政党还是政党团体。那中选会那边其实那天立场有问，其实中选会都没瞎了解，连中选会在做这一块，问中选会新住民有多少人在台湾不知道。所以呢，我必须要讲说，那移民署更不用说，移民署是移民辅导才有涉及到新住民这一块。那移民辅导不会去告诉新住民说，参政那个所谓的投票还是如何公投，所以这个是两回事啊。好，那个也就都在关心选政的部分，是不是宜由内政部继续处理？然后，当然包括如果要继续处理的话，新住民的这个宣导的部分，可不可以一并回应一下？选政选务的部分，我们会配合这个行政院跟立法院这边来决议，我们来处理。然后内政部没有说坚持一定要把选政留在这里，只是说涉及到行政院的分工的这个部分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林委员提到的部分，如果是认为说移民署跟中选会做的不够，我们当然我们部里面也可以来结合我们移民署，因为整个包括这一些这个资源或什么那个部分，移民署毕竟比较了解，我们会来结合，对，有适度来做一个跟这些新住民来说明，我们也会来做了哈。那这边特别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是我们会努力，只是说因为目前来讲，因为按原来的分工，我们以往的认知就是这个是投票的是中选会来做宣导哈，然后那个新住民的部分是移民署，所以我所知道的是中选会觉得确实有结合移民署在办选举的一个说明。
这个跟我一报告。对，我了解。可是很多团体的部分，其实团体掌握在内政部人团司嘛，那其实这块都可以去做结合，因为不是每移民署掌握的新住民还是新住民团体，不一定他们全部会去做所谓参政这方面的所谓的民族素养这块，所以我个人还是要求说一定要去做啦。好，那这样我们算是一个提醒好不好？就是因为费用我们的这边预算实在是有点少哈，所以是不是说未来的那个公民参政及政党政治里面的相关宣导、公听会、学术各种的研讨会，都要加入新住民他们的这个参政，好，不管是参政还是投票相关的这个宣导，好，好不好？我们多管齐下了哈。那刚才杨委员有说希望能够着三嘛哈，那我们是不是减列百十万元呢？因为总共才208万而已嘛。那要不要可不可以在我这个案里面直接在这个案减列10万块？跟委员报告，我们这个费用200万其实是2、3个科在用的。那我讲错了，应该是冻结啦，我的部分是冻结啦。那杨委员他们说2、3个科只用了这200多万，他们冻减10万，他们会我的稳重。你看这样了，主席，其实事实上哈，刚才我已经是算蛮体谅他们了。其实内政部他其实事实上政党资料一直都有，好，你们一直都有，不可能没有。那你们只不过是现在把这些资料加挂到数位化之后，加挂到网络上面去。好，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坦白讲，这个成本是很低啦，这个成本是很低。所以我想是这样啦，着三一点啦，然后其他部分大部分用冻结，哦，至少给你们一点压力啦，好不好？看看你们。总是你们要做，让你们做做看啊，着三一点没有关系，数字可以少一点。好，请金委员。那个有关28的部分，我不坚持了哈，但是我们直接从内政部的组织法来处理哈。内政部组织法我也提好了哈。那之前你们的组织法修正，组织法挡住的原因就是这个哈。那我们直接从组织法来处理。好，因为内政部也不反对哈。如果说行政立法怎么样的分工之后，那他们也不坚持一定要选择在内政部，所以再看李俊委员的提案怎么样。那这样我们就杨政委员的提案减列50000元，然后那个林立禅委员的提案冻结50000元，然后但是这冻结是提书面报告，可以那个这样好不好？你算是一个提醒嘛，这样子，好，这样可以吗？好好，那就这样子哈。那再来第二节。处理完之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四节。后面有一个第三节，变到后面去。哦，那是哪一个？11-12，12-11。好，对不起啊，因为有点跳，主要是因为我知道你先进入第三节哈。第三节这里面有2-11、2-12、2-13、2-13之1跟2-14，这都是第三节的，在讲228这个体制及228国家纪念馆事务这部分，可以请一并说明一下。第三节就对了，第三节。第三节哈，有关于理制及228国家纪念馆的事务这个部分哈，因为校行讲的部分，我跟各位委员报告哈。的的确确，校行奖以前只有奖金只有10000块，然后清函的再加20000块哈。那去年的时候，我们是考虑到因为以往这样的一个选拔，地方政府是不是尽全力在处理？我们也觉得选拔出来的是不是足以为校行楷模？我们当初有一个顾虑，所以我们那时候才想说，其实当初包括这些委员给我们一个评审委员给我们建议，就是因为还蛮出孝子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啊，所以认为说，我们当初校行奖表扬这个选拔出来的的的确确很多都是非常清寒，家境非常穷哈。那我们那时候的考虑是说，从我们业务会挪来变成是，但是因为我们经费不够，才从30位减为20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希望督导地方政府能够更细致的去把我们这一些楷模能够找出来哈，是因为这样来的，所以当初才把这个金额调为10万块了哈。那我们其实也是考虑到，包括总统的那个校行，总统校行奖那个部分，其实有到25万的一个金额哈。
那所以我们后来才考虑说，我们把它提到十万。那委员如果认为说我们的人数不够多，希望还是维持到三十名，我们可以来考虑。那我们适度可以再把奖金稍微降低一点，这个我们会遵照委员的一个指示，我们来配合办理。然后这个部分，请委员能够这个不要动，那个能够不要去这个删减了，也不要去动，因为这个部分的的确确我们是把我们其实我们今年的预算编内已经减了，在这个理智这个部分其实已经减了830万的哈，那如果说再减下去，我们其实有很多经费是没办法去运置的哈。那这个2-13、2-14是同样的哈。这就是那个对11-14都是同一个案子嘛？那这个部分也跟委员报告是我们。如果各位觉得说，数额就是表扬的人数，还是希望维持30名，那我们也可以来考虑回复到30名。但是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总体的经费有限，我们会把额度再减下来。好，那请林立产委员。那个我觉得很矛盾啦哈，所谓的经费不足，要把10000的奖金拉到100000，然后把人数30降到20。那在去年的102年的时候。因为从102到104都有清寒的校青奖这个代表，到105的时候就没有清寒的校青奖的代表，而且把人数降到20人，但奖金拉到100000。我不了解说这个用意是什么？为什么从所谓本来是一般的校青奖就是10000，清寒的20000嘛？那后来就全部都没有了，就全部以100000。那您刚刚讲说所谓的经费不足，所以从10000拉到100000，这我没办法说服本委员会啦。还有吴其明委员，然后再庄瑞雄委员，啊，郭亚慈委员。好，主席，真的哈，在孝顺奖哈，本身的看法啦，尤其哈，对今麦这个社会哈，尤其我看咱的104年哈，跟105年的变动哈。所以讲吼，伫咱的清寒的部分吼，一定要纳入啊，咱的名额吼一定要增加，吼才会当个广泛吼，真侪这种孝心奖本来就是爱去宣导，爱去让社会民众大家来了解，吼对友好才有法当去推广，吼伊即摆真侪拢社团拢去推动这孝道嘛，所以讲伫这个本身吼，提议吼动辄50万，但是吼我们。民政司哈、有改善计划来哦，我还是同意哈、来解冻哈、谢谢。陈瑞雄委员，主席哈、2-11这类哈、这类话我抽换了，因为有一点笔误了哈、但是我要提出来的就是说，本来你从102、103、104，你拢总62万。那结果呢？即使到105的时候，你还是62万，那个预算数是如此哦。可是你的决算，我看你逐转拢万人逃开，102年你编62万，你到尾也开到66，103你开到拢62啦，你四档拢62万呐、啊。结果你到105年，你是决算数是多少？200啊。本席要问的就是说，你来编这笔预算那个心态啊。我讲你不把立法院放在眼里，如果就是讲啊好啦，我都一不做二不休啊，我总要底下该坑了得啊。你本来预算数是变那样，你的决算都是超过了，超过偌济？超过有够多呢？啊，你给你的是200，我都该准了，那200，你应该去检讨才对啊！变成说让人家感觉你是那种就地合法的那种感觉啊，那很不舒服啦。我说实在话，你预算这样编呢、啊，所以。我认为啦，哦，你该检讨的地方要去检讨，但是要一个逻辑出来。一班，你个变10万，是给变十万的变较孝顺了。啊，那变十万的较孝顺，啊，无咱个变100万的特别孝顺。啊，这也奇怪啊，这个逻辑我就觉得这样都奇怪啊。啊，你人数又降低哦，你像阮庄口哦，要摕一个迄个阮的。电影政府在办模范母亲呐、模范父亲呐吼，去得要足困难的，你知不知？那当然是爸爸妈妈啦，你讲孝行啊，类似这样一个逻辑啊，他个手甲要死啊，呀推荐你啊，推荐你啊，推荐啊，事迹要写一大堆啊，所以你这个
就金额这样蹦出来，也没有其他的任何这样一个交代啊。所以本席我具体建议啦，就是说这一笔哈，你本底是62万，啊，我算的时阵超过138万，那你106年你就地合法就变成200万，那我具体建议就是说，不然这样了，你比赛安内话被安诺的安诺了，提案就减列啊，38万了，啊，减列38万，其实你还比105年度来看的话，你还多出100万呢，啊，所以这些我建议这个要减列啊。好，请请郭亚慈委员。我的是2/11/1哈，那2/11/1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首先，我想要请问一下司长哈，那您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我说明栏的这里面的记文？这主要就是我对这个中央遥祭黄帝陵还有郑成功的祭典等等有一些疑虑。那我们看到说明一的部分。我的汉语哈，虽然说有学哈，但我相信司长比我更好。我想请问你，祭词，而且这是今年刚刚拜过的“两岸一体，百姓联盟”是什么意思？您现在可以回答吗？司长，您可以回答吗？跟委员报告了哈，因为委员如果对这个祭词有一些顾虑，当然这个部分我们每次都是委托那个师大的教授来帮忙写的了哈。那因为这一些祭文基本上是尊重他们写的人了，所以如果对于这些祭词委员有一些顾虑，当然我们未来在办理这样的一个，我们也会去考虑。好，还有乾坤宇宙教主炎黄。山川壮丽，华夏辉煌。我想请问，华夏是哪里？我要你回答呢。这个部分当然就是指整个中华民族啦。好，那因为这里是遥祭皇帝祖先嘛，所以会有去做比较那么广泛的一个这个部分。好，还有103年的神州锦绣，神州指的是哪里？这个也是整个中华 民主对这样子，所以我们这边讲的就是这个，像102年匡复祭爵，巨星汉魂。好，那这些祭词都是每一年从总统开始哦，就是我们要拜哦，我们要拜皇帝，每一年都拜，拿着纳税人的钱拜。我先讲一下我的立场，我立场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不是说要停止举办。因为台湾的确有非常多不同的民族，我们要彼此的尊重，好，所以并不是说不要办的意思。因为的确在台湾有一群就是其实有一些人民，他们觉得他的祖先是皇帝，其实我们都是尊重的。可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台湾有非常多其他不同的民族。当我们在用公资源，而且是总统哦拿着纳税人的钱来办这样的祭典的时候，我们虽然尊重信仰自己的祖先是皇帝的这一群朋友，但是我觉得祭词要适度的修正。我想这个是这个冻结案的非常重要的精神。那光是在台湾的原民50几万人，或是林立场委员非常关注的新住民，我们的祖先就绝对不是皇帝。这个是非常清楚的。那另外呢，关于郑成功的部分，这个也是这个51年审议会通过的哦。每一年由内政部长主持。以我的了解呢，今年好像这个还有过去几年也都有。好，那我们也来看一下他的祭词，也是一样的。那对可能对某一些民众来说，这个郑成功就像这个祭词上面讲的，是开台进海哈，承先启后，或是103年讲的荒夷世界哈，好像台湾就是一个荒岛哈，都没有人哈，都不是人。然后我是来这边来这个开垦的，或是102年讲的驱河进海，建府开边哦，边哦，哈。边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司长的汉语比我更好。101年，我们讲了这个如同武宗抗清复明等等这些东西，看在原住民的眼中是非常伤害伤人的。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也一样尊重尊敬这个郑成功的朋友们，像这样的祭典可以继续办，但是里面的祭词可不可以不要伤害
台湾的其他民族，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政府用相同的规模来祭拜莫纳鲁道或其他的原住民族的这个祖先，好，或是我们所尊敬的台湾的原住民族所敬仰的一些我们的前辈。可是我们却看到政府用如此多的公资源，然后不断每一年的附送，而且几个月之后，明年的清明节，两三个月之后，我们要再拜。好，我们又不知道说明年的清明节，你们要再委托哪一个学者再写出这些两岸一体百姓联盟的祭词。所以在这边，这一笔我是非常的坚持。那我认为说，这个我们要面对转型正义的问题，在这些小地方，其实要做出适度的修正的。好，谢谢那个古拉斯委员的提案啊，那个陈其迈委员，这个我请教一下，你刚刚讲那个师大的教授是哪一位？你们是委托什么团？你要委托费用多少钱？2000。是102年到106都同一个人吗？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都是同一个人？来，有都是等于是都是委托赖老师帮忙写的，都委托赖老师啊？对。那为什么要委托他呢？你们根据是什么？就随便找一个人。那啊，有看102年在讲什么自心汉魂啊？对，这个写记文，这种那么狭隘的这种种族的一种偏见，要从102年开始，我是不晓得说，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委托同一个人。你说名字叫什么？来，我找一下。赖什么？赖桂山，赖教授，赖桂山。富贵的贵，一二三的三。我们在跟如果那个的，我们对，我们在跟老师在那个了，因为实际上能够写祭文的，其实我们现在手上能够掌握的老师也不多了。来，那个。好，我们来先处理这个了，好不好？那回头我们处理大家很关心的孝行奖那个哈。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说谢谢郭老师委员的提醒了哈。那这个部分确实我们大家都没有去注意到。那我们台湾其实是很骄傲，就是我们多元文化嘛，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过去的原住民到现在的新住民，其实这些都希望能够把这多元文化，好，在我们的所谓的祭文里面要把它体现出来，好不好哈？因为这个部分。它毕竟是一个国家的体制啊，尤其这么重视，还有编预算，我们就不要便宜行事这样。好，那我们在这里是不是先处理整个业务费的部分？我们冻结50万元，然后提出书面报告后，急得动支。这是原来郭老师委员的提案，他是很客气嘛，他只是请你要重视，而且书面报告就可以动支。好，这是50万的部分，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处理？好，那我们回头哈来讲一下孝行奖了哈。孝行奖，因为每一个人提案都一样，所以我想请这个，请您或者是请部长哈，可不可以说明一下？我知道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委员哈？因为刚刚那个我们虽然原来编的部分是只有62万呐哈，但是因为那个奖金的部分，后来是考虑到那个部分是所以从奖补助挪过来了哈，也不是说专门给他就是违法去动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委员的指教，当然大家认为说名额要多啊，我们可以来考虑多。然后校那个有关于那个清函的要额外再加，我们也可以考虑。那我们会把这个金额再降下来，但是是不是请委员能够可以不要去减列了，好不好？请那个吴其明委员。好。这是我提议哈，删除50万哈，冻结50万啊，但是哈，因为如果讲有提出咱的改善计划，都是清函的一定要纳入哦，还有就是那个名额哦，一定要增加哦，这我就同意啊。那，陈其迈委员，我要个资料就好了哈，就是刚刚那个古拉斯委员在讲说什么皇帝为中华民国始祖，那105年。这个他写这些文字，赖教授写这些文字，应该你们之间有一些公文往来嘛？你们一定要告诉他说要写什么啊，不然他怎么会凭空会去写呢？对，都没有啊，或者是开会有会议记录啊？对啊，一定有嘛，就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大概要写什么东西，要告诉他，
对不对？都没有，就打个电话给他说，你今年你写一下，这样就好。然后他自己就可以什么都可以写。然后都没有给他一个方向，都没有。我帮陈其迈委员问啊，那你们要最后是谁决定这样子？他不能他随便写，你们就随便决定。有一个方向给他说，今年写什么，明年写什么、啊，是他写完之后我们呈给。麦克风吗？那你给这个总统，或者是你跟教授中间的，我是对内容有意见的，我不是对赖教授有意见。那你们这个，你委托他，你到底是跟他讲说要怎么写，跟你们转给总统？中间的这个文字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决策的过程是什么。好，我们来那个了，就是说他报给我们是有报给总统了。里面有跟他讲说要写什么啊，然后说都没有，他会写一个什么字心汉文，什么两岸一体的，怎么会这样呢？这个部分我们真的是这样好，你们把那个你们的 SOP 哈，也就是说怎么去决定这个文，从委办怎么委办到最后怎么去审核。哦、你把那个决策的过程如果有什么要求我们会跟他沟通了，因为这个部分是對、啊、所以我现在就问你说你们到底是怎么沟通啊，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蔡总统要讲什么呢？一定是有人跟这个教授或者跟内政部说，那你写什么我们看一下，你应该再报给总统部嘛，应该是这样，有一个程序，大家不知道你在写什么啊，好了，我们把这个 SOP 把那个决策的过程让我们知道一下。是是，好。教授有意见，是是，好，我们来。好 ，OK。那个主席，那我想了解说，为什么奖金从一万升到十万，然后把弱势的清寒，不是弱势的，不好意思，就清寒的把它修掉。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是说把清寒修掉，而是说，因为我们当初考虑只有一万块，对于这些清寒的一点杯水车薪呐、啊，哈，我们一直觉得，既然是一个奖励，有奖励的一个相对的一个荣耀，所以我们那时候才考虑说，其实我们整个大概60%-70%都是清寒呐、啊，好、哦，那所以说没有再额外再加，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把奖金提高了十万，所以我们没有再分清寒，再给他再加了个两万，没有这样的一个处理啦。哦、那我刚刚提过的，就是委员如果对这些名额有限，认为对呢清寒还要再额外再加，我们会来考虑，会来做处理啦。这个部分包括我们104、105年的这个部分的清寒也占了一半以上了，这个部分我特别跟委员做报告。好，那请杨委员。那个主席啊，我想是这样，几乎所有的委员没有人会反对说你把清寒孝行这个来做特殊的表彰，或者是说来增加给他的额度了，因为的的确确清寒或孝行的哈，这个有他的需求在，不管是从社会的层面，或者是从这一些当事人他需要受到协助的层面来讲，都有他的必要性。但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并不是在叫你去检讨说你该不该补助清寒，该不该拉大幅度，而是你们的这整个过程哈很草率。第一个，你要拉到多少？多少名额奖金多少，你们自己没有一个想法，然后都便宜行事。第二个，既然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改了，但是在预算里面却一直含混过关，只有到现在才看到你们正式去把它做一个调动，所以大家比较在乎的是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显现的一个行政上面的不严谨。好、哦，那我们刚才大家在讲，你又回答说啊，那如果要再增加可以再增加，其实事实上方向没有人反对，就是因为你们的作业跟整个行政思维的过程不严谨，大家在乎的是这一点，所以你们内政部这边应该自己要去思考，好、哦，在这个方向下，你们怎么样就把它讲清楚，就把它讲清楚。我想孝行跟清寒没有人会反对，重点是在你们这个程序哈、哦，一直都很不严谨，所以这一点哈、哦，就是大家希望你们能够加强的。所以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给你们提醒了。好、哦，适当的做一些处理来给你们做提醒。好、哦，那接下来在编列的时候，把重点讲出来，我想大家都会支持。好，部长待会会总说明，我们再请陈怡杰委员。这个部分我记得在上次答询的时候，其实我就有请教过部长哦，所以我想再次强调说，其实孝行它本来就不应该用比较哦，其实孝行本来就不能被比较，所以你不能说哦，好像征文比赛说你前几名，然后提高额度奖金。其实那时候其实就有讨论过，说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既然是这样的话，其实要用站在应该
大力推广的方式。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你们变成现在的模式看起来就变成好像是限缩名额了嘛？那既然校醒是应该推广，而你们现在做法看起来却是限缩名额，那这样其实用好像校醒好像是用来比较，是这都已经有点本末倒置。那如果说今天你们的做法是增加名额而超支预算，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委员其实都是能够接受的嘛。可是你们现在不是，是看起来是减少名额的额度，那我觉得这已经有点本末倒置的做法啦。那而且我们大部分其实也比较也有了解说，好像校醒奖这部分其实本来就是清寒补助家庭的比较多嘛。对，那所以我们希望说不要把他原来的一个美意弄成好像他好像要去比较什么谁做比较多，所以谁就应该去争取。对，第一个这个概念其实想法出发点其实我觉得已经有点本末倒置了，好不好？那如果要推广的话就不要限缩了，因为这样的话其实都不应该是正确的方向哦。好，谢谢部长要说明吗？好，我跟大家回应一下，大家都很关心校醒奖这个议题哦。大家是应该关心，没有错哈、哦。这个奖，我去颁奖，那我们市长有告诉我，哦，部长，我们今年奖金提高了，奖金提高了。那他继续跟我解释的时候，他说，因为发觉这些校醒的每一个人都很需要帮助，换句话说，有清寒那个观念拉进来。其实各位应该可以了解，孝行其实表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你硬要去说哪些人是真的是优好，我们要来表扬，其实这本身就是很困难的事情。有些孝行做得很好，他因为他财务很够，他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尤其是那一些在困难的状况之下，他又能够去把孝顺做得很好，甚至于很多牺牲的，这其实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几乎我所看到的20个，每一个都是很困难的。那因为那样的原因，所以就有一种动念，这是我都是从他们在不是委员监督，而是他们跟我说明这个奖的性质的时候我得到的。我说每个人我们要是能够至少多给他们一点，那可能对他们会有一点帮助，那10000可能太少。所以严格讲起来，我应该这样讲，也许他们不应该去删那个名额，从30变成20，还是继续30，但是我是支持他们提高，对于那个名额提高，这就牵涉到很具体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很关心都很，但是他现实的就是预算他有多少。所以如果大家要关心这一个课题，我们会来检讨怎么样做是最适合的。那但是委员们，我们就不要删啊，要冻结我们也会接受，因为大家关心的是政策内涵怎么样做。那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校醒奖这个，我今天坦白讲，那一次的校醒奖，也是我看完那个影片之后，也是我蛮激动的一次。哇，那时候中午时间我还记得。哦，所以我是跟大家报告说，大家关心这个议题是我也认同应该来关心。好，但是方向上就不要动我们的预算，甚至如果预算更多，我们可以帮给更多人呐、啊。但是他们确实是有考虑到这些人都需要帮助，每个个案，我现在都还记得好几个个案，如果大家有时间，我都还可以讲。但是呢，真的都需要一点帮助。但是他们透过这个孝心奖，不可能帮助他们财务的问题，他只是还是一个意思而已。啊，其他的社政各方面都还要再加入了，哦，所以就是如果说是，大家能够支持，哦，就是不要删，了解，哦，那林委员多多。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我们不会删，我个人是不会删，但我为什么会动？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就像刚刚部长讲的，为什么降低这个名额？那孝行是一个像陈委员刚刚讲的。就是鼓励大家孝顺这件事，我觉得不能去做所谓的就是30位把它删成20位，表示说更孝顺吗？那我觉得说，那至于说因为10000不足，提高到100000，我个人
没有什么意见，我只是觉得说，如果部长您觉得这些校情奖就是都是经济比较弱势的，那就是我们内政部就要把资源如何导入，如何转借出去。那既然他孝顺又不足的地方，而不是在这一块去降低名额、提高金额。其实，所谓不足的地方，其实内政部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要降低名额。那至于说不足的地方，内政部应该有很多社会救助跟所谓的社会福利的东西就要导入。那如果部里面的社会救助跟这社会福利的东西导入还是不足的话，民间团体也有很多的慈善团体都愿意。所以我觉得这个孝行奖是象征一个，就是就大家就是去模仿他，像那对他的这种孝顺。好，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看其实大家意见都已经几乎高度重复了。大家真的还要再发言吗？如果要发言，请尽量简短，好不好？因为快中午了。来，请那个好，我讲一下，其实我想我是支持部长预算这个部分，我是支持啦。不过我还是要提一下哈，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校型的奖励其实是一个鼓励性质的啦哈。那其实名额其实不管二十个、三十个，其实都并不多了啦哈。那我觉得应该鼓励，而且他应该是得到这个奖的，对他鼓励性质更大。那奖金至于一万、十万都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所以我反而支持是名额其实可以适度的增加一些哈。那但是是在于导入更多的社会资源来支持他们，不然一万十万对他们来说都很有限，但是对这个来说是一种很强大的鼓励性质啦。我希望部长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好，谢谢。那李委员，然后我的重点是要请教啦哈，像类似孝行奖，或者说其他有很多奖项啦，模范家庭啦，福利他啦，有没有可能引进民间的力量来支持？就是有关奖金的部分由民间来帮忙，那只是我们内政部或是各县市政府来做一个选拔的工作哈，这样的话应该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我只是请教说，这个法规上有没有什么限制？好，那庄瑞雄委员跟杨政武委员，然后我们来停止讨论这样哦。我刚刚共解了哈，像刚其实提过，我就不再谈了。大家既然有提出新的方法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啦，你这个本来啊，像部长刚提到说，哎呦，底下跟你报告说今年奖金增加了，其实那个奖金增加啊，是大家那个本来就该砍掉的。因为你的预算数根本就像去年预算，今年的预算数根本就没那么多的，它不应该中弄到200万的，你决算到200耶。所以我还是觉得啦，这个你要有宽裕的一个预算啦，那你如果是200的，我给你减30倍完了，你其实还是增加100万啦，还是跟去年来做比较还是增加啦。所以这个今天拜托啦，今天我要坚持一下啦。但是另外一个啊，刚刚我们在谈到 class 委员在提到的那个那个啥，那个李智那个啊，那一起在讲赖教授那个啊，那个必须要澄清啊。我们真的不是对赖教授有意见啊，也不是对他个人文学造诣有意见啊。那一条你讲话这样两千块而已，那拜托啊，当然说内政委员那个计较这个两千块，两千块免两千万。刚那个委员大家在提的是说那个怎么跑出来的？你像评论的内容，你们内政部真的去看了吗？他谈到那个胡琏，你们去看了吗？嘿，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那其实有点贬义的一个味道在里面呐、啊，所以这个要特别提出来澄清，不然以为大家认为说为了两千块，那整个内政委员会对一个教授好像对人家那么不敬，不是这个意思。好，请廖委员最后非常简单说一下哈，我希望内政部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富人行孝好像理所当然，寒门孝子好像比较让人家动容心酸了哈。这就部长刚才讲的，寒门的孝子比较让人家看了觉得很不舍。所以这个没有人会有意见，但是不能把这个当作你们这个行政思维上这样子，就是没有一个主体思维的一个借口啦。这个应该是像刚才讲的，把社会资源、民间资源导入，而且内政部其实他的这些资源是蛮多的，在清寒的上面要怎么来协助他，而不是说因为看他令人非常动容，就把所有的东西揽揽奏会。事实上很多县市政府或者是人民团体也都一直有办。内政部似乎可以把它整合成一股比较大的力量来推动这样，我是希望内政部能够朝这个方向。那个好，那我们来试着处理哈。我整理了一下刚才所有的讨论里面啊，也帮内政部做说明。他应该他的说明他没有阶级化的意思，他只是觉得说这些人特别需要被帮助，所以他觉得因此把奖金提高，或许对他的帮助有实质意义。那但是我们大家的建议也很有意义，因为我们大家还发现说，其实得到孝行奖哈，特别我们部长的感动，我相信其实也是广大民众的感动，因为内政部办的这个孝行奖很有高度，所以每次媒体都会大幅报道。
所以很多的民众也都相信，都会跟部长一样，心里有所感动。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我试着处理看看？就是说哈，因为刚刚庄瑞雄委员讲的，我还是要再次强调，他不是要删你的这个孝行奖的这个费用，而是要提醒你，既然我们立法院在这边认真审查多少预算，结果你如果不尊重，自己贸然的这样增加，那这样其实我们的审查就失去了意义，这样子。那但是我们又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内政委员会好像在删孝行奖的预算，所以我建议这38万要删，但是我们放在整个那个奖补助的那个项目里面，就是说整节啦，我按删整节的啦，因为整节预算很大嘛，我们就是第三节，刚才有动50，对不对？然后我们再删38万，请你们自行去匀资，不要针对这个孝行奖的这个200万锁定它去删，这样我们会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也不是办法。我们就在整个第三节动50删38这样子，好，表达我们对你们要尊重立法院的审议。那但是呢，我希望的是能不能做一个主决议，好不好？那个主决议就是我们对于孝行奖，我们希望它的人数不要降低。好，然后呢，我们希望的是说，我们支持你们增加所谓的奖金，让它更有效益，但是不以这个人数降低为前提，甚至希望能够酌予增加。好，我们可以写出这样的主决议，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圆满，好不好？好，那请你们写一下，好吗？哎，我们甚至都觉得增加一些人数，哈。好 ，OK， 那我们就这一幕就、这一节就处理到这边。那个，我再补充一下，那个刚刚在讲那个祭词，那个资料什么时候可以提供给我？不是、啊，就是你们那个公文之间往来，105年的部分。我们今天审查结束前给我们，好不好？好好，因为你这个还是要把它弄清楚了哈，到底是我们刚刚有讲过嘛，这个不是说赖教授这个不是对赖教授有意见，是说对于你们包括这个公文之间到底如何做决定，怎么书写这个体制，也让我们了解一下，好不好？好，今天我们审查结束前记得给我们了哈。再来2之9哈，跟2之10，我跟各位报告，因为刚才林立场委员的贡献就是他一开始就用通案的方式处理过了，我们一就不再处理，好不好？好，好，那我们就2之9、2之10不处理，还有10分钟，来2之16，第5节的部分，来请说明一下。嗯，2之15。啊，对对对，跟陈委员报告也是一样的，就是这样。刚才在最前面的部分已经做了总体的处理了，这样子。2416有关于宗教事务的部分、哦、跟委员报告了哈。因为这里面当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因为对于宗教文化的意思，其实我们不是在强调宗教文化意思，而是说我们是希望把台湾的宗教之美推广到世界各地去哈。那这里面，其实我们现在宗教有一个迷思，就是对于这个宗教的一个，包括我们这样的环保的意识哈、哦，像大量燃烧纸钱、大量燃烧香，但大量那个部分哈、哦，我们是希望朝着去宣导节能减碳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能够把台湾的这个这个宗教，包括我们这个宗教之美，宗教各个宗教能够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能够推广到世界去。所以我们在编这个宗教事务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朝着希望把那个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台湾特有的宗教的一个特色，能够给它更美化，包括我们讲的以人为美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这个能够减金，包括减少那个污染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哦、包括在绕境的时候减少对环境的干扰，这个部分是我们在整个宗教的一个强调的一个重点、啊、所以这个部分希望这个拜托各位能够给我们支持，让我们能够把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能够更让它朝向更好的方向来发展。以上的报告，好，请一下陈怡杰委员发言。这个部分呢、哦，因为我看你们上面是写真收集翻译相关宗教文化宣导的资料啦。好，那第一个，我觉得其实在台湾宗教文化的意识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到底有没有应该要编列这样子的预算去处理？我觉得，
因为你刚刚说烧烧金砖这些，其实这个是一个文化，一个宗教文化。但是你们里面内容是征收跟翻译相关的宗教文化宣导的资料。那我觉得在这个目前，我们国内其实跟国人其实对宗教文化其实已经非常的纯熟了啦，哈。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是不是还是请你们去提出，花这笔钱到底花在哪里？那你做了一些有效性的评估，到底是做哪些评估？让我们都了解之后，送到委员会之后，我们再来解冻。好，你们还要再我是不是我们就着语冻结的部分？我们冻结一层好不好？10%这样子。那。没有冻结，没有，我们本来就是冻结100万嘛，那就是冻结50万呢、啊。减列150，冻结100，对啊，就不减列，然后就冻结啊。因为刚刚他说他们解释说是有关像什么绕境，然后一些文化，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文化啦。你说你真的翻译这些资料能改变现状什么？我觉得有限。但是既然你们的说明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宗教文化本来就不容允许去做任何刻意的改变。那而且你们现在其实说真的，国内的国人其实对于宗教已经有既定这个文化已经非常的纯熟了啦，所以到底是不是需要花到这样子的这一笔钱？其实我觉得这笔钱不应该编列到这么多。好，那既然你的解释这样，那没关系，我们就不予减列，但是冻结是我们认为要稍微评估要先。我说一下哈，其实我在想了哈，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个感觉？你如果拿来跟孝行比较。孝行是大家都很有高度共识的，编列了几十万，啊，这个宗教本身很多团体它就资源蛮多的，但你们编的反而比孝行的要远高于它，哦，这是大家一个感受上的落差，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其实宗教在台湾已经很盛行，也很成熟，你们是不是有去办什么宗教白景啦、什么啦这些活动？坦白讲，我必须说啦，这是在前几年一窝蜂哈，各部会推出竞争型的这一些，啊，什么中小企业也什么。什么台湾几大什么东西，然后交通部观光局也来个台湾前几十大，然后你们也凑热闹来了一个宗教白景啦、啊。我不是反对宗教有这些宣传活动，但我必须坦白讲，你们很清楚当时的背景，什么中小经济部啦，什么你们内政部啦，或者是交通部观光局，每个单位都拼命在推出这些竞赛，这是当时一窝蜂下的产品啦。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哈、啊、不要再去搞这些东西，应该是去思考说，真的把这个钱用到对宗教或者是比较正面的一些东西。啊，但我不是反对宗教，而是说不要再一窝蜂的搞这一些了。好，请郑清迈委员。这个啊、哦，在2-16那个陈义杰委员那个冻结100万，我是支持啦，因为这个啊、哦，从过去的应该是上任的内政部长所提的啦，哈、哦。这个就是典型的官僚产物，就是这种东西嘛。讲难听一点是这样啊，就是官僚所做出来一个叫翻译，实在是也不晓得怎么跟你们讲。那种观念，假如说没有做改变哦，我们有台湾有那么丰富的这种啊，这个庙宇啊文化，这个都在世界上来讲都是相当精彩的，我们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嘛。那、啊、这个把它变成说国内哈，这个在实在是，这是你要去看你们的效果到底是什么，达到什么目标嘛？对吧？像我们高雄市那么多的那个那么精彩，包括佛光山，包括这个赖瑞龙委员就知道哪有什么外国观光客说来走到说这个部分。哦，这个应该是内政部还有其他部会要做一些整合，资源上做一些整合，怎么样让，哦，像宋江镇啊，像什么内门的宋江镇等等，这个都很精彩啊，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在做这种，哎，也不晓得怎么跟你们说，这种假如说我们这种还是在每年在编这种预算，在看的都摇头，要怎么省得下去呢？好，这钱都没有效嘛。那这样子好，跟委员报告，就是说。这个部分的提醒，请特别注意，不要把它当作是官样文章，把它办完就算了，这样是不是会浪费哈我们的公帑？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刚才陈义九人说可以冻结50万嘛，对不对？好，冻结100万，在第五节里面冻结100万，然
然后来必须要来到委员会报告后时的通知，我看不要再说明好了，时间到了。不是，刚委员有一些误会了哈，我刚刚讲的就是其实两块了哈，一块是那个我们你解冻的时候再来报告好了，好不好？好，好，那各位委员，我们先审到这边，好，那我们休息到一点半，因为我们希望下午能够让大家早点，好，早一点半来不及。来不及，好，那两点好不好？对不起，因为我们有借这个地方做政策小组啦，所以刚才讲两点，然后有人提议一点半，但是加工北湖哈，所以我们还是两点哈，两点再回来这边哈。8802，我们叫。那这个地方不用签，没关系，我们另外借场地，所以待会再回来。我们这些钱，我们只是个种子啊。我们其实种子，其他后续他们都会。我们就是我们在那边呼吁，所以听共美国农民笑死。我他妈自食灭了，就讲我们是可以的啊，更多的是真的没事看。所以大家都要一起来。跟委员报告，我们有结合民间的企业的，但是我哪里走？对了，我们那个什么金麦，好，他第二，他刚才那个不灵活，我先给他命啊，我现在的人就是会看他去赞助你啊，我都希望你节约，因为去年基本大家赞助都少。所以我就担心他更少，他是也没有担心的，因为 OK 的。对，让强制金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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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讨论一下，我那个头先讲的那个妇联会。